又到咗神秘之日復刻版嘅時間，今日咧就多咗位朋友啦，唔係多位朋友，多咗個主持人啦，幾圖啦。復刻版咧一路都係我做嘅，咁但係今次咧就幾圖咧啱啱喺度，咁但係亦都係一個佢最適合講嘅，即係去做一個導演咧，佢最適合講啦。就係台灣著名嘅作家司馬中原先生啦，就啱啱就係肺炎逝世，享年90歲嚇。咁我推出嘅時間可能會即係嗰幾日啦，咁但係呢件事本身對我嚟講咧就。非常之我哋係有好大嘅感觸嚇。咁我首先要回顧下咧，就當年咧點解我哋會首先揀咗司馬中原其中一本作品古啊，作為呢個神秘之日題目咧。咁其實咧，我自己接觸司馬中原先生嘅作品咧，就唔係呢本先嘅。嗯，好簡單，第一本就係《老客與刀客》。拍过电影喎，拍电影杨群咧，系啊，小边章嘅，而家都有人想翻拍嘅呢一部《老客与刀客》啊，佢同埋狂风沙啦，狂风沙呢两，狂风沙已经好似内地都好计划咧，即系唯一呢部咧，佢话可以拍最好拍，其他嗰啲都可能分分钟咧，即系都过唔到审，过唔到关，啲咁嘅审，即系你个审查咁样。咁我首先解释下咧，点解？即係神秘之會揀呢出嘅個原因，即係我多年我都冇講嘅，咁但係而家復刻版嚇，其實有兩次添嘅喎，係啊兩次，咁兩次個環境唔同嘅，而家係人面全非啦，所以就唔怕講。咁事源當年咧就喺香港人網嗰度，我哋做呢個節目噶嘛，咁人網入邊咧就有司馬中原好多書喺度噶嘛，你都記得係嘛？記得，全部都係即係成本係書嚟噶嘛，咁、嗯、但係有啲懷疑。我懷疑佢冇睇過喎，咁咧我就即係成日流連喺嗰度噶，咁大家知道我中意睇書啦，咁呢本書咧我拎起，其實我已經知道可以做神秘之嘅題目，司馬中原嘅作品古，咁一睇嘅時候，我唔係睇好耐嗰本書，可能我一晚睇曬嘅，因為唔係好厚嘅本書，唔厚嘅，咁但係佢俾我最大嘅感覺係咩咧？佢唔係作緊古仔啊！哦，真事㗎，呢件係真事嚟噶嘛？咁仲爆咗一樣嘢出嚟咧，就係而家即係原來有兩間出版社出咗個版本唔同嘅喎。嗯，即係一個係漏咗嗰個原，即係呢個受害者嗰、那個個正宮喎。咁、我唔知點解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咧最先嗰個嘅部分原版咧，那個部分咧就有一個叫文傳，就寫咗佢就係嗰個當事人。咁跟住司馬中原先講就係佢點接觸到呢個人呢件事係真嘅，咁但係我相信個原即係呢本書入面應該有少加工㗎啦，即係話有啲嘢係戲劇化處理啦，係咪？佢啊司馬先生咁嗰時咁我都同佢有見過好幾次面，同埋佢對古呢個作品咧，咁佢自己好中意嘅，好關注，因為佢就最重要就係講句話，佢去咗台灣之後咧。古呢、這個呢個古仔咧，裏面咧係佢最細心咧，就將入台灣嗰個時咧，喺高山嗰出現嘅一件古毒啊嗰啲巫師嘅決鬥事件，就好如實咧咁樣嚟寫到出嚟，好奇異，好怪嘅。咁佢寫完之後嗰時，咁佢都話咧，即係原本嘅嗰啲當事人咧，尤其是嗰個老師啊。即係嗰個可以話係受害者啦嚇，咁佢有啲佢有好多啲細節啊，真實嘅嘢咧，佢有適度嘅改編。咁而但係咧，咁佢嗰個原本嘅嗰人咧，咁佢都有覺得咧，即係有樣嘢咧，佢唔係好想公開。但係司馬先生咧就公開咗嘅。咁啊，總之咧，你話有兩個版本咧，咁佢仲有好多人咧研究嗰本書嘅時候咧，就都亦仲有好多啲細節咧就補落去。因为佢呢本咧，即系你，因为司马中原先生咧，佢最重要就系佢嗰啲乡野传奇咧，就各补给噶啦。
佢同埋我最近咧都好推好推崇佢嘅嗰啲作品咧，就係、是、啊佢用嘅文筆係，如果你今時今日咧就用，即係再重新咧用一個有一個新嘅嗰種叫做佢嗰種對文字嘅處理咧，佢係獨當一面。但係裏面咧，佢有好多有好多時咧，你要睇咧，就算喺文筆啊裏面嗰度咧，我哋即係作為讀者嚟睇咧，都會睇到心驚膽跳，有時會覺得好靈異啊！咁樣佢啲文筆犀利就係咁樣樣嘅。咁啊，所以咧，咁嗰時神秘之夜咧，就我開咗之後嗰度咧，最吸引啊台長咧，就係佢估呢個故仔啊故事，同埋咁佢嗰時咧，咁佢都有。有，因為嗰時我就同佢傾過嘅嗰啲作品咧，就總共咧結集上嚟咧，即係大家都有個協議咧，都有三個，即係想改編仲係電影。咁樣就我係最想，即係我哋咧就已經公布話會去改編嘅咧，嗰、那個叫《送陰胎》。嗯。啊，咁、那個劇本寫咗出嚟嘅，咁啊已經去咗第三稿添嘅，咁樣就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阿司馬先生咧，咁佢講句喂，你如果嗰個咧即係搞得好嘅時候咧，咁我就俾一個佢最想去改編嘅就係古呢個嚟，咁樣就因為咁可取得佢信任咧。咁又另一個咧，咁我咧就即係無數節戰嘅。我話喂，如果係咁樣咧，你信得我個咧，咁我好想改編一個咧係同廣東人有關嘅一個古仔。廣東人在東北嗰度開了一個廣東嘅雜貨店，嗰、那個、叫大黑鵝。咁、嗯、啊細節唔講啦，咁因為我哋嗰個神秘之夜咧，嗰兩個都有提及嘅，大家聽翻咧就會知啦。咁不過咧，其實而家今時今日翻翻轉頭咧，咁我覺得咧，即、就、係、是、可以咧司馬中原再閱讀嘅嘅因由咧，就係、是、我一直覺得佢嗰啲書寫嘅方式嗰、那個文。嘅嗰個處理咧，以前咧我哋睇咧就淨係用嗰種叫做係佢嘅嗰種即係文字嘅處理方式咁樣嚟去睇咧。但係今時今日咧，咁我覺得睇咧，佢係發揮到咧叫漢字嘅力量啊、嗯。因為其實漢字咧嗰個起源咧，你話倉頡壯志呢樣嘢嗰度咧，佢裡面都有唔少威宏宏嘅，係咪咁講咧啊？倉頡造字嘛，系天夜哭鬼呢、這个鬼神哭啊嘛，系嗱佢点解咧？即系呢个时候咧，佢点咧咧？咁我咧就都提咗有两样嘢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阿司马先生佢用嘅嗰啲字眼咧，佢里面系有灵通嘅，嗯，吓，同埋佢有时咧就有一啲。即字眼咧出到一種咧，你要睇嗰時候咧，引發咗一種頻率嘅。咁嗰啲遲啲咧，即係我哋就可以深入嘅探討啊，分享我嗰個研究嗰個去向咁啊，同大家分享咁啊。係，但係佢最，我覺得佢最關鍵咧，因為佢嗰時我認識阿司馬先生嗰時候咧，咁佢提出咗一個咧就好得意嘅概念，嗯，就係鸚鵡。嗯，咁佢話幾圖你係鸚鵡嚟，嗯。咁我佢一講嘅鸚鵡嘅時候咁我知道啦，即係其實你嗰啲學嗰啲嘢咧，都係學翻嚟嘅。嗯，你冇開發你自己嘅親身體驗。哦，即係佢話你就係學鸚鵡學語啊？唔係，佢冇講得咁細緻，佢就鸚鵡，基督係鸚鵡嚟就咁啦。咁啊，而家同大家講咧，就宮崎駿嘅佢裡面咧鸚鵡啊，因為佢講鳥族裡面咧個戲裡面咧有三種族群，嗯、第一蒼鹭，咁啊蒼鹭咧，如果你有個深入嘅了解咧，蒼、嗯、鹭。就是造字嘅嘅嗰個圖騰嚟嘅，倉頡就係倉鹭嚟嘅，而係古埃及嘅嗰個造字嘅嗰個圖，係又係倉鹭嚟嘅。咁、嗯、你即係揾一啲資料啊，你如果你又話宮崎駿有啲嘢好好奇怪唔明咧，呢個係其中嘅一個你了解嗰個倉鹭嘅方向。咁、嗯、而咧佢就係唐鵝係食靈魂嘅，佢係靈魂嗰方面。鸚鵡是乜嘢咧？鸚鵡咧就即係你學字嗰時候咧，你字嗰度係硬吞山魔，冇自我體驗，冇消化咧，你嘅知識都係一種叫鸚鵡嘅知識。嗯，分分鐘咧，你只係咧即係見字讀字，你自己咧嗱係咁樣嘅，書係咁樣講嘅，咁你係一隻鸚鵡咁樣嘅。以為醫書直説。係咁，我覺得咧，當我哋去認識
司马先生嗰时候咧，其实司马先生咧佢有好多学识咧，其实就已经大家公认咧，佢系基本上系奇才嚟嘅。哦，佢唔系正统嘅学校出嚟咯。佢都冇，佢都自己讲话佢冇上过学读书啊咁样。但系佢有一个好奇特嘅，我哋都你听翻都会讲过，佢完全系记得佢嘅前世，系一个女人嚟嘅。嗰啲经历咧。是留到佢而家呢一世咧，里面咧嗰度佢都基本上百分百记得嘅。所以前世读过嘢，今世咧就唔使啊重复啦。咁啊已经即刻一学咧就识咁啊。不过咧就即系大家今时今日咧就唔知睇下司马中原嘅书啦，因为其实佢喺 YouTube 上面都好多嘅节目噶，专讲鬼故噶。佢系有同细路仔讲鬼故，鬼王嚟嘅呢个，同样鬼王嚟嘅。咁但系，畢竟咧就係佢嗰個嘅文學修養相對高啦，所以佢講嘅鬼故咧就唔係我哋坊間嗰種嚇，即係哇聽落去即係方死你唔驚嗰種嚟嘅。佢又唔係嗰種特別話令，但係你係感覺到個質感好強，就正如基督徒，佢唔止個古仔有呢種啊，冇佢文字上有呢種力量喺度喎。係，如果你細心去睇嘅時候，佢好早咧，即係大家都幫佢整咗個叫司馬中原。獎咧嗰個即係文學嘅一個獎項咧，裏面就喺香港做頒獎嘅喎，阿莫言啊嗰啲都係都有攞獎，攞獎嘅。咁佢嗰個咧，咁我即係譬如我嗰時睇佢嗰啲古仔咧，最深入去睇嗰陣時啊，譬如《送陰胎》佢裏面咧，佢掂到嘢嘅咧就係東北薩滿嘅世界嗰度咧，係有啲出現嘅嗰啲，即係有一啲女性。佢系可能未曾破處，但系生仔，但系都會生仔，咁啊呢個係佢裡面咧，佢嗰個其中咧，佢都有搜集到好多咁啲傳言啊，咁我都心尾咧，即係做資料嗰時候咧，都好多人都講啊，佢係啊，有依啲嗰個案例啊，即係而家用個醫學都解釋唔到嘅咁啊，咁啊，所以司馬先生咧，咁佢嗰時嗰啲作品咧，啊，其實老老實實，以前咧就有一間書局，咁一講出嚟，大家都可能都有個懷念嘅，而家都冇咗嚇。唔係，皇冠係出版嗰、那個，即係香港常套有得買嘅書局啊，就喺銅鑼灣嗰度。咁你又喺阿蕭生嗰度咧就睇到啦，佢有個咩？但係嗰間書局咧，銅鑼灣嗰間書局咧係有齊曬嘅。咁佢講俾你聽咧，係佢唯一間書局咧。是齐晒佢嗰个啱啱嗰个新版啦，嗰位阿林老板啊，而家就去咗。我知。系啊，咁佢因为我嗰时咧，咁我得即系佢改编嗰时候咧，我揾嗰啲资料啊咩，都系佢去佢嗰间铜锣湾嗰间书局嗰度。佢其实好多书啊，亦都奇怪啦，即系佢个写作速度好快啊。系啊，即系你睇下《狂风沙》咧，几厚嗰本书。系咁、所以佢刚刚佢离开嘅嗰时候咧，其实咁我因为佢九十岁高龄咧，咁我觉得即系呢个都系即系高寿噶啦，系啊高寿嚟嘅。但系我又有一直咧，即系有一种感觉，就系我觉得司马先生可能今次咧佢有经验，佢唔喺奈何桥，佢唔会饮汤嘅。系啊，再下一次转世。所以下一次翻嚟嘅时候咧，咁啊，直头可能佢讲：，喂，你同我就系司马中原啊！即系嗱，呢个其实系即系我对佢嘅嗰种，即系嗰种好大嘅嗰种感受嚟嘅。好啦，咁咪讲咗即系好长啦。咁啊，大家睇一睇呢一个，听呢、這个古呢、這个节目。咁嗱，睇完之後咧，如果你未睇本書咧，我就強烈建議你揾本書睇，應該香港圖書館應該借到嘅。有嘅，係。咁如果睇完之後，哇，都未即係未頂癮啊！睇埋其他嘅書，特別睇佢有幾集係講佢嘅鬼故事，講鬼故事嘅啊。同埋重要係你頭先你開頭講嘅嗰部《路客遇刀客》啊，係真係我覺得。好一本好厲害嘅一個叫做係馬擦啊咩嗰啲山東嗰啲傳奇嗰啲啦嚇，東北嗰啲啦嚇，《狂風沙》係啊，依兩部。好咁啊，大家唔再嚟欣賞呢個節目啊！Our Radio 神秘之夜第一集。
啊，今日喺我身邊有幾套同埋學股啦。嗱，咁我哋咧呢排其實咧就都書展將近啦。係啊，咁啊不妨即係透過呢個節目咧去宣傳下阿何故有啲新嘅著作。係，其實都之前喺唔同嘅節目，好似啲讀書生活裏面都已經率先分享咗啦。咁先講翻屬於我哋嘅一本書啦，《我們的七一》。咁就幾經艱苦，終於揾到書展裏面有一個位置可以寄賣，因為之前我嘗試揾嗰啲發行咧，但係發覺佢哋都用唔同嘅理由去婉拒咗。咁原因唔好細究啦，呢個情況算啦，大家明白㗎啦。咁所以變咗咧，好多謝樂文書店。咁樂文書店咧，佢就會喺書展期間幫我哋去寄賣，甚至乎如果大家而家去銅鑼灣嘅樂文書店咧，都可以買到啦已經。咁咧樂文書店喺書展咧就喺柯溫嘅。咁柯溫邊個位置咧？大家去呢一個嘅1D15嗰度啦。咁其實佢係一個 L 型嘅位置。咁你揾1D15咧就容易啲。咁咧有個消息就可以率先公布就係咧，書展由7月22日到28日啊，咁如果23日夜晚7点到8点钟咧，即系网友们啊、听众们有兴趣咧，可以过嚟，因为点解咧？阿杰斯仔同我都会出现喺呢个乐文书店嘅位置嗰度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系杰斯仔嘅 fans 咧，或者支持 our radio 嘅朋友咧，都可以过嚟揾我哋签翻个名咁样，咁台长应该又嚟唔到噶啦呢啲，我尽量抽空。睇下係啦，冇時間去。我知道你日理萬機為我哋打仗咁樣，所以變咗唔好經常。唔係，冇講咁誇張，其實好小事嚟嘅。嗱，咁樣啦，阿何故嗰度咧，其實大家我諗作為佢嘅支持者或者呢、這個即係、我哋 radio 嘅呢個平台嘅 fans 咧，即係都可以睇一睇啊佢嗰啲書啊，即係入邊嘅內容啊，或者。即係都幾新鮮下嘅，係啦。咁另外就有兩本啦，一本就係之前都講過，就係叫《男女詞典》，就係我同金小文一齊去創作嘅，就我寫文，佢畫圖。咁呢本書咧，我哋就會都係喺書展期間有得賣噶啦。咁咧都係柯溫嘅，就喺呢個經濟一周嗰個位置嗰度，大家去咧揾呢個1A02嗰個嘅 booth 咧，就揾到我哋噶啦。咁咧7月27日星期一嘅晏晝。1点到1点9啦，同埋另外咧有啱啱新加咗嘅7月26日星期日晏昼5点钟，咁我同小文老师咧都会喺呢一个嘅会场呢一、這个嘅展馆3嗰度咧会有个分享会，咁大家有兴趣可以过嚟睇睇啊，金小文老师就过嚟支持下佢啦。咁之前我嗰啲搭单嘅啫，我明白嘅呢啲。喂，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一本就系香港很高兴嘅书，香港很高兴咧呢本书咁就系我同埋一班朋友啦，咁夹埋50个香港人，咁就分别去。分享一件值得我哋香港人高兴嘅事，咁即系咪50件事啦？咁里面啊 ，MC 人都有份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其他朋友啦，甚至乎佢呢本书系即系都系做善事，就系帮另外一个我有份做义工嘅网台，一个基督教嘅慈善团体叫扶老鼠传媒去筹款嘅。咁大家可以都去即系支持下我哋。咁咧，我哋就会寄卖于呢一个泛华发行代理有限公司嗰度，就好近乐文嘅，都系1D16嗰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就可以。可以過去睇一睇，咁咧我唔排除咧，應該好大機會嘅，應該作者之一嘅趙石之都會過嚟嘅。哦，係啊，咁今次佢係用一個文字作者嘅身份，佢、會唔會被人邀請去呢個名人同埋靚模嗰個位置？呢一個等呢一個嘅經人公司嘅再一個安排啦。但係一啲嘅即係都出席過讀書生活嘅朋友，好似喬正姑啊、黃瓊天啊、甚至潘國玲，佢都有份幫我哋去寫呢本書，所以變咗我都想即係揾啲機會，呢幾位朋友大家都可能有個時間，大家去。聚一聚，咁如果有進一步消息咧，我諗討論區嗰度咧，我同大家分享噶啦。哇！咁即係書展期間咁，學佢哋滿場飛喎。係啊，咁仲要其實我攞個舊嘅系列，呢個愛因斯坦症候群都會喺星島出版社嗰度賣嘅。又另一個場嚟㗎嘛？都係柯溫，所以我柯溫另一個位。係啦，咁今次就喺呢一個嘅1A04嗰邊，咁就都好近嘅啫。咁周圍走啦。咁啊，要攞個地圖咧，咁嚟揾㗎嘛？係啊，所以其實發覺睇個地圖當中咧，柯溫都會見到我個足跡嘅啦。不過就睇下其他嗰啲作者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咁其實書展好多人都會講就話，喂，好似越做越似散貨場啊，越做越似好似啲唔係寫字嘅人去進駐咗。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即係始終閱讀
唔係一定要閱讀文字嘅，甚至乎閱讀文字嘅背後，你都有好多唔同嘅過程嘅。嗱，但始終咧，我哋對文字咧，我哋有一定嘅興趣啦。咁我哋今日講呢個題目咧，就係一個好著名嘅台灣作家，冇錯，就係司馬中原。咁我哋嗰個具體嘅內容咧，就係司馬中原嘅其中一部著作《巫蠱》。係啦，咁我哋應該會談到呢個《巫蠱》啊，即係根據真人真事寫成一本書咧嘅一啲好特別嘅內容啊。咁未講呢個之前咧，我有兩個題外話咧，要同大家講一講。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前幾日咧，我去商務印書館啦，即係台灣睇銅鑼灣嗰間啦。咁我發現有一本都幾幾精裝嘅書籍，就叫《徐福志》。咁呢個徐福志咧係中日我唔記得係邊個交流協會出嘅。咁個篇幅就相當之大嘅，即係厚，即係都幾大開嘅。應該係日中交流協會嗰、那個，就係我之前話寫個孔子嗰位呢個福田晴，井上靜老師，佢係做個會長嗰、那個，佢係大力推動呢個日中交流嘅。咁呢本書咧，我自己都冇買啦，因為即係發覺即係太大本啦，同埋都算係。稍貴啦，咁我納過嘅內容咧，其實我諗都有一部分都係屬於我諗估計咧係嗰啲所謂呢類咁嘅機構啲公關稿嚟啦嚇。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咧，即係入邊咧都有一啲相關到即係喺公元前啊，即係中國同埋日本之間可能出現交流情況嘅一啲幾有趣嘅史料咧，史料嚟嘅，因為佢會輯咗好多，譬如話中國我哋古代嘅史籍。講關於日本嘅材料，有一啲日本即係佢哋講翻呢個西方大國徐福，同埋佢喺日本發展嗰個過程啲，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如果對呢個題目有興趣，其實都可以買嚟睇一睇，參考一下啦。咁其二就一個即係相當之大嘅題目咧，就係登月四十年啊。係啦，咁我高清版啊，高清版就前兩日出咗啦。咁大家睇過之後，即係失望定係還是覺得好值得咧？咁我陣間會再講。但係我一定要我要提一提咧，就係、是、其實呢排咧都頗多外國嗰啲科學雜誌咧講到關於重返月球嘅事情啦。即係而家我手頭上有呢本 Astronomy 啦，即係都幾好嘅呢本，都幾多人睇嘅雜誌，普及天文學雜誌。咁就 Return to the Moon 啊，咁 Countdown to 2020嚇。咁但我自己入去睇咗入邊嗰個內容咧，我自己有少少失望。我覺得都。即係其實而家佢哋寫啲稿咧，都係啲 NASA 嘅公關稿之類嘅嘢，即係俗稱線稿，有少少啦。你話好線，我又覺得唔即係都因為我即係好似 update 咗近時一啲料。係啦，係啦，係啦。嗱，我點解要花時間去再講講呢個題目咧？我哋以前都約略即係我哋喺其他嘅節目都提過呢個話題啦。但係我始終覺得今年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登月四十週年咧，話重返月球咧。似乎對我嚟講啊，即係喺美國啊嗰方面咧，係一個公關嘅形即係嘅姿態多於一個實際嘅姿態。因為點解七十年六七十年代嘅時候係好唔同嘅。嗰陣時咧，金乃迪總統點解佢會提出登月咧？咁即係我睇翻而家啲相關嘅歷史書啊，咁佢咁講嘅，佢嗰陣時佢都唔係好知登月係點搞嘅。佢好似一個原因就係佢上咗總，即係做咗總統之後，咁即係啱啱坐定咗冇幾耐咁樣。咁啊，咁俄即係呢個蘇聯啦，即係已經上一啲馬騮啊，派人上太空，派即係射到即係有女探員都上去，上埋去啦咁樣。即係美國當其時喺嗰個太空競賽方面咧，係處於一個劣勢嘅。咁佢就即係要諗一鐵橋出嚟咧，即係點樣喺各方面喺其中一方面咧，即係能夠俾到美國國民啲信心。咁就諗，突然間諗起有呢樣嘢喎，咁啊即刻 push 啲人去做。咁但係好彩咧，當年美國咧，佢哋啲人科學家們國民咧，佢哋都有呢種衝勁。真係諗咗出去做嘅時候咧，就揾咗個人叫 James Webb， 走去即係統籌咗成個太空總署嗰個發展啦。咁結果就真係喺金乃迪嘅預期之十年之內，1969年係完成咗個登月嗰個創舉啦。但係今年咧，即係點解俾我覺得係有一個公關嘅意義多於一個實際意義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咧，就係美國而家經濟狀況咧係唔容許佢。投資即係好大嘅一個資投資一個好大嘅資源同埋人力咧，喺其他啲唔係咁迫切嘅問題身上即係如果你話喂，好似當年咁樣美蘇競即係競軍事競賽，
能夠喺一個太空度佔一個優勢咧，係對佢無論喺軍事上或者嗰個形象上咧，有一個好大嘅鼓舞咁。咁所以有一個動機去做呢樣嘢，甚至乎呢個係打殘蘇聯嘅經濟戰嚟噶嘛。係呢個其實一個可能啦。但係如果你話從軍事上，你上咗太空，如果假如喺上面做到多嘢，咁當其時唔知噶嘛，話真係可能驚，哇！你可能喺邊度射支火箭落嚟，我睇唔到咁樣，或者係啦，或者我擋唔到你咁樣。咁但係發展到今日咧，美國喺軍事上咧，即係嗰個對手咧，即係已經好少好少啦。唔係中國咩？嗱呢個一咗，呢個啱會講，一啱會講呢個問題。咁所以咧，即係而家究竟有冇呢個登月嘅迫切性咧？咁我自己有少少存疑嘅。係，但如果你話喂，即係要美國即係要重新好似以前咁樣要做一個超級嘅強即係世界嘅科技強國咧，你可以話其實咁佢要做呢樣嘢，就事實上唔出奇嘅。但一定要咧，即係比而家投入呢個資金或者即係各方面一定要更加多。係啊，但係佢又似乎冇呢個能力。全民呢個動員呢個咁嘅趨勢喺度。係啊，其實做一樣嘢好重要嘅，一直以嚟咧，從70年代嗰個時期咧，嗰個太空總署咧都已經，雖然咧嗰時啊講得係威係勢啦，但係咧都財政係好拮据嘅，一直都係好拮据。咁近年仲拮据，近年穿梭機都難飛嘅。係啦，佢近年仲出事之餘嗰時候咧，就係有好多嘢咧係開始自負盈虧嘅，就叫佢嗱你自己去揾贊助咯，你揾銀啊，揾下揾 sponsor 啊，即係可能佢可能都要自己開發嗰個太空旅遊，即係太空商業旅遊呢個。咁所以佢成個嗰個形象都變咗唔同咗。咁而且咧，咁佢你即係今次咧依個嘅太空嗰個旅行咧，就因為其實最主要應今年嘅2009年咧，除咗登月40年，亦都咧因為係俾國際聯合國咧就選講咗今年就叫國際天文年啊嘛。咁啊，即係因為變咗係好重要嘅一個年份。咁所以咧，佢咧就而且咧就中國已經講咗出嚟，就話我係會開始搞一個叫嫦娥。計劃，呢個登月嘅計劃就開始嚟啦。係啦，咁呢個咧就變成咗另一個新嘅競賽啦，一個新嘅敵人啊。對於美國嚟講咧，呢個敵人咧就係叫做係中國啦。咁所以佢呢個嘅點都咧，你會睇到佢而家咧就好多嘢講翻出嚟嘅時候咧，你發覺佢都係一個做作嚟嘅。咁因為咧佢喺呢個叫做係成個嗰個叫月球計劃嗰度，佢已經放低咗好耐啦。因為而且佢發展咗嗰個叫做係成個嗰個叫做穿梭機計劃嗰度咧，都已經係做緊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啊，重拾翻呢個登月計劃咧，依個咁嘅工程咧，你會發覺佢都好多時佢講咧都講翻嗰啲舊料啊。佢之前由太陽神嘅去到17號之間嗰時，佢有啲乜嘢嘅登月嘅呢個嘅實驗嘅成就，又攞翻出嚟講話我哋今時今日仲有啲咩可以發展咁樣咧？就等於好似台長你頭先講嘅。冇乜新料啊！炒冷飯添啊！系啊，呢個係佢面對一個幾大嘅一個困境嚟，即係睇到嚟嘅。咁另外一個咧，頭先阿何故提到咧，即係話中國嗰個位置點樣咧？咁呢個咧就反而有另外一本雜誌叫 Focus。咁呢個其實我自己都 Focus 一個出名嘅英國嘅雜誌嚟啦，即係英國方面嘅一個科學普及科學嘅雜誌。咁佢個封面就講到即係。中國和美國的太空競賽，如果從這個角度講，那美國又有似乎有一些誘因呢，就要它是即是回到月球，甚至去得更加遠，譬如去火星。那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中國呢，看它現在這個態度呢，它就真的很有決心呢，想要派人上去月球，去登月。是啦，那如果即是中國做了之後，咁美國嗰個諗法點，或者呢個對美國構成一個咩壓力呢？其實就即係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不過我自己覺得，如果中國真係好成熟做到，或者將會做呢樣嘢，或者做到呢樣嘢呢，其實美國嗰個太空登月計劃呢，又可能拎返出嚟，甚至可能會帶返嚟，就跟住佢即係諗就點度個火星。係啦，不過即係大家帶返你捷達，帶返你捷達。咁但係呢，我估計呢，都要呢一個咁嘅決心呢，都要喺奧巴馬佢處理完而家成個金融海嘯之後咧，先至
即係坐定，即係再度一度呢樣。所以我諗佢都幾煩嘅，佢坐喺個辦公室嗰度。係啊，佢而家唔係辦呢樣嘢㗎啦，佢而家起碼煩一樣嘢啦，就係美國嗰個就業狀況啊，同國債啦，國債啦。咁你事實上你而家要求於中國係咪啊？係咯，嚇，揾咗兩個華人部長過嚟中國，幾乎乞求咁滯嘅真係。係啦，嗱咁但係咧，我又即係從呢個封面咧，我又諗一個相反嘅睇法。嗯，就係當年咧，就算喺冷戰嘅高峰嘅時間咧，其實美蘇咧都曾經度過諗過，就係嗰個太空合作計劃。係、嗯、即係大家譬如喺個太空站入邊啊，即係點樣去合作？咁究竟將來如果譬如話中國同美國喺個美國嗰、那個、那個太空競賽入邊咧？可唔可以除咗呢個競爭之外，又可以有某一啲嘅合作計劃？例如，譬如話大家一齊喺月球做一個基地出嚟、嗯，又或者其他譬如太空站啊之類咁樣。因為就算講到今時今日咧，如果講太空站嗰個技術嘅水平咧，都係以俄羅斯最為勁嘅、最勁下啦。係咯，但係嗰時候有個兩個較為新啲嘅諗法就係、是、其實而家蘇聯同埋美國嘅命運都好似一個即係沒落咗個大國咁樣啊。但係點解即係蘇聯即係一邊俄羅斯佢可以咁狠心，即、就、係、是、好似完全放棄曬呢一個喺太空上面同你玩，我專心喺地下同你玩呢一個能源戰、嗯、天然氣啊、石油嗰方面嗰啲，佢揸翻住呢個真係可以賺到錢同埋可以控制到鄰國嘅一啲嘅實力。但係呢個佢好實在，佢真係揸住咗呢啲嘢。係咯，但係美國其實嗱，好多人都會覺得好奇怪，就係、是、美國其實佢自己本土都有好大量嘅石油隱藏量喺度噶嘛。其實個問題就係話，我都唔知點解就係佢而家經濟咁差、嗯。其實佢可以調翻轉，佢喺開放自己個嘅、可能喺德薩斯州附近嗰啲油井，調翻轉佢賣俾中國。嗯、即係而家其實我覺得有個吊軌嘅位置，其實美國唔係冇石油嘅、嗯，而中國又係全世界暫時最需要石油嘅地方喎、嗯。而由美國運油過中國成條航海線，美國係保護到嘅。咁、嗯、其實點解美國唔索性打能源戰呢？哦，咁我呢個以前有啲講法嘅，就係、是、美國中意用曬人哋啲油先。係啦，但係而家真係假設佢真係窮到而家真係要低聲下氣派兩個華裔嘅人過去乞求中國你嘅敵人嚟去買你啲。但係咧，嗱呢個用一個簡單方法咧，其實簡單。答案咧，因為呢個都超出咗我哋神秘之嘢嗰、那個嘅範圍啦。咁、那個答案其實好簡單，就係話咧，美國係有擁有一個相當之強大嘅軍事力量。嗱、嗯、呢個軍事力量咧，其實當佢到最後，即係佢喺經濟上，如果佢要同其他咩地方咧，要產生一啲摩擦嘅時候咧，係作佢一個最後嘅保護。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啦。譬如日本點解佢經濟嗰個發展咧，去到某一個程度咧，即係佢唔能夠再做得更加好咧？其實嗰個原理就係因為佢冇咗以前嗰種軍事嘅實力嘅一個咁嘅支持。咁、嗯、我舉個簡單例，譬如話你啲翻版啊咁樣，咁你知道一聽到話美國嚟告你咁，我都要驚。佢驚嘅原因，可能最後就驚佢哋揼你啊！咁你日本點解咁多老翻？即係日本又唔嘈咧咁樣。我個人嘅意見就話，即係佢始終有一個軍事嘅一個阻嚇嘅力量咧，其實對佢嘅商業嘅一啲、保障，保障係比較大，相對比較大嘅。即係尤其是呢、這個唔係一定喺亞洲區話，但係譬如喺美洲區咧，或者南美嗰度咧，我諗係呢個係相對比較，即係會有一個幾大嘅影響力喺度。係啊，但我第二個問題又想問就係、是，其實中國佢而家咁銳意要發展呢一個航天科技啊，甚至乎真係要好似想同美國競賽啊，其實真正中國嘅企圖係咩嘢嚟嘅？哦，呢個其實我哋將來咧喺 Our Radio 上面之下都會有另外一個題目專題咧，就會講。因為咧，中國嘅喺一個即係嗰啲間諜衛星嘅殺手方面咧，其實嗰個發展係好聽講咧，一啲美國嘅專家研究咧係發展得相當之快速。咁、嗯、其中有一隻叫 BX1 嘅咧，即係舊前年咧都有人專題寫過嘅。咁呢個喺上俄嗰、那個即係上俄計劃裏面咧，都可能會有啲關係喺度咯。咁但係咧，呢、這個即係喺太空入上面咧，嗰個軍事嘅競賽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唔好睇得太輕中國。點解咧？就因為咧，喺蘇聯解體之後咧，其實係好多出色嘅科學家咧，流落咗喺中國，都流落咗喺不同嘅地方。咁、大家即係唔需要一定係睇太空競賽咧，睇到呢一啲咁嘅蛛絲馬跡。譬如舉好簡單嘅例啦，譬如話喺體育界入邊咧，都有啲人談論嗰個問題，就係
中國選手在某些項目上面呢，游泳的項目上面呢，突然間好了咁多嘅，係啊，點解會突飛猛進呢？咁呢個就可能呢就涉及到一啲即係喺前東德嘅教練，咁、就係可能去到中國嗰度呢就給予一定嘅一啲支援下。咁、尤其是有一位呢，我自己唔記得個名呢，就係佢曾經喺東德嗰度咧訓練咗好多女選手出嚟攞世運金牌，咁但係後來呢啲女選手咧好多個都出現身體嘅毛病，咁佢係啊，咁佢跟住咧就喺喺德國失咗蹤，咁而家即係下落係一個謎，係啦，下落係一個謎咯，咁呢個有少少亦都有少少神秘嘅成分，呢個 top secret 嚟嘅，係啊，咁我問題就係話，其實中國佢係假設嗰時美國同埋蘇聯就係想話，即係呢個星戰計劃嚟去可能喺個太空圍繞住地球，有一啲嘅炮台又好，或者一啲瞄準住唔同首都嘅一啲嘅武器咁樣 ，OK， 呢個係咪就係中國想要嘅嘢咧？我諗唔一定要嘅，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能夠喺各個領域方面同美國爭有一支長短。係啦，嗱，佢見北韓佢咁辛苦都仲要做核彈或者呢一個嘅啲長程導彈嗰啲，其實佢要俾美國知道話我喐到你，所以其實導彈其實我反而要諗就係、其實中國佢喺個嘅航天上面嗰度咧，佢反而未必是说想在上面做个炮台，他反而就是想在定位上面。即是你掌握到个定位呢，那你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秘密了已经。是是。那尤其是你譬如好多在太空的即是一些监察 的系统啊，那这些我想中国呢是相当之着意去发展。甚至乎他极度需要添。大家幻想一下，就是 Google Map 都已经沦为了这个即是中央政府一个很重要的武器。其实学过你不需要想得那么复杂。因为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从那个60年代那个到现在来讲呢，这个叫做太空的计划呢，全部都是讲给你听是用叫科技的原意来的。咁啊，即係你如果你能夠視為大國咧，你除咗你自己嘅嗰、那個即係有充分嘅嗰種資源之外嗰時候咧，你睇下你有幾多科技。而家今日一個即係，如果你話 in terms 或者純粹講喺登月計劃嚟講咧，佢冇一個實質嘅一個目標咩？即係你好多時上咗初喺登月計劃嗰時講話喺月球發展基地，咁但係實際上完全冇做過呢啲嘢，甚至你講話即係關於月球嘅一啲好具體嘅科學研究咧，到今日都係相當之少嘅。你搭曬嗰面都唔知咩先啦，佢影到啲嘢出嚟，但係即係講話譬如話啲化驗啊，或者即係對整個月球嗰個構造啊，到而家都唔係好詳盡嚇。咁所以你睇到成個嗰個過程咧，裏面咧都係無非咧都係一種叫做競賽嚟嘅，一個嘅國與國之間嘅比賽，所以咧即係又你睇到日本人佢都自己都即刻發展，又有發展太空。日本係咯，日本係捉取啊嘛，係啊。咁呢個亦都係喺構成咗一個同中國嘅競爭嘅可能性啦。係啊，但我又諗多一步就係話。即係佢除咗係競賽之外，會就話即係其實佢想建立咗一個好龐大嘅喺外太空監視翻地球嘅呢個網絡。呢個可以講俾你聽，唔會去到咁複雜嘅，因為咧，就算係而家你整個太空船上去，或者一個登月嘅呢個咁嘅行動咧，咁好多人都真係認認真真幫佢計條數啊，相當之貴啊。其實而家中國佢點解要咁同佢講咧？即係因為，我有呢啲錢，我即刻掉嚟呢度嗰度嚟去大你大美國，因為佢知道美國而家你嘅能力咧，你咁樣叫百上加斤，係啊，佢就要做呢樣嘢嘅啫嘛。即係原來調翻轉就係個經濟戰，係啦。呢個最重要咧就喺度，就係 so call 係買大細咁嘅一個行動嚟嘅。不過咧呢度咧，我諗可能即係我哋撥喺其他嘅節目嘅再討論啦。但我一個覺得即係都仲得喺呢度再討論講一講咧，就係個登月嘅片段。嗱，嗰啲登月嘅片段咧，即係如傳統嘅講法就話咧，當佢哋即係落咗落嚟之後咧，就洗咗。咁到舊年咧先揾得翻出嚟，做高清版喎。唔係跟住揾一間公司去同佢做呢個 remastering， 所以係咪加 CG 落去咧？其實係嗱。呢、這個呢我遲啲我再去做一啲 research， 因為呢佢基本上呢就係、阿波羅呢個計劃嗰度呢太陽神11號嘅嗰個登月嗰時嗰啲片段呢，佢曾經喺2002年左右嗰時係出過一個16個鐘頭嘅 DVD 版本，嗰、那個我買咗嘅。太陽神11號、太陽神9號
有幾個14號佢都話打算出，但係嗰時2002年嗰時都未出到嘅。咁我係成個買咗翻嚟，咁而且咧亦都咧曾經咧就喺飛碟學會嗰度都放過俾大家睇。咁佢咧裡面咧有好多係16米嚟，有好多咧係嗰啲用錄影帶嚟去錄嘅。咁基本上咧你會睇到嗰啲咧就係講叫原裝性咧就好強嘅，即係佢個片段咧就係由一個叫開始到後尾咧即係短片，咁嗰啲全部都有曬記錄嚟嘅。咁而家呢個高清版咧，就應該咧佢係再執過嚟。佢話唔見咗嗰啲部分咧，其實我就覺得係有啲問題嘅。咁所以咧，即係依個咧就可以。佢唔見咗部分好簡單咧，就係岩石堂落去嗰下。係呢個就亦都咧，即係而家你睇電影咧，有套細路仔戲咧，《CD 月球戀記》咧，佢都有拍咗嗰段個片段出嚟俾大家睇啊。其實因為一個幾個跟又係一啲叫做係變成咗一啲陰謀論啊，嗰啲咁嘅。唔係嗰個係咪叫做咩 ？Fly Me to the Moon，Fly Me to the Moon，CD 月球戀記係啦，啲蒼蠅係啊。嗰、那個都幾特別推薦嘅，如果鍾意即係嗰啲太空迷呀，鍾意登月計劃嗰啲呢，就係你係估唔到，除咗佢嗰個有講嘅話，原來有 Fly Me to the Moon 呢 ,Fly 呢原來烏蠅係啦 ,Me 就係人。咁如果 Me 係邊個呢，喺呢、這個呢呢度卡通片裏面呢，你竟然見到真人嘅麥德林。係佢唔單止嚟咗香港。又喺嗰度，佢搞好多嘢嘅呢排。係啊，仲有一個資訊上嘅補充，就係呢套戲咧，竟然係國內戲院早過香港上。係，即係嗰陣時，我經常上深圳開會嗰陣時，有一日咁樣，我行過嗰間喺大劇院嗰度嗰間嘢，三間院上嘅點解？咁啲人就話係喎，而家中國航天熱啊嘛，所以呢啲咁嘅戲，跟住話香港都未上，如果你哋香港唔興啊嘛，所以大陸咪做咗壞過你咯。唔係佢，因為佢有樣最重要咧，就係包括埋呢個叫做高清片段咧，依一個咧揾翻出嚟嗰片段就係喺當時佢哋拍嘅嗰個片段，而家話唔見咗個片段咧，佢就係一樣嘢最值得研究嘅，就係因為咧嗰集片段咧係拍到咧，即係喺月球上面咧，即月球係一個真空狀態嘅空間嚟嘅，佢睇嘅嗰個視覺咧係完全咧係同我哋喺地球睇嘅嗰個視覺係好大分別，冇咗折射，清到無倫啊！係啦。直頭咧係清到咧，你分唔到距離嘅。咁佢嗰個咧就後來咧就都有個 IMAX 版咧，就都曾經咧又用電腦科技咧，就將呢樣嘢咧就係、是、呈現翻出嚟。咁而家呢個版本咧就係話佢想將呢個片段咧再執翻嚟去俾大家睇到呢個感覺。不過我懷疑都係做出嚟嘅居多嚟嘅。想做嘅意思係加咗 C 之後咁樣做。加咗嘢㗎啦。喂，但係睇嗰套片咧，你覺得同原裝嗰個有冇少？因為而家我睇咗兩個即係版本俾你對照㗎嘛。係咯。一個高清版，一個 archive 個版本。嗱，而家呢一個高清版呢個片段我冇睇過，但係佢之前咧 IMAX 嗰個版本咧，我睇咗咧，佢你會睇到好明顯咧係一個 CD 動畫嚟嘅，就呃唔到人嘅嗰、那個係，因為佢嗰個 sharp 嘅嗰程度咧，你會睇到咧係啊，真係好 sharp， 不過佢都講明係俾你睇個效果嘅啫、或者係當時嗰時佢發覺係做得唔係好好，咁就要提出呢、這個咁嘅話，嗱呢、這個都係做嘅。咁但係咧，我睇翻原本嗰、那個咧，即係之前即係留翻低落嚟嘅個紀錄片個片段嗰度咧，你就會睇到咧，喺當時咧，其實佢喺個十六用一個叫嗰啲嗰時嗰啲菲林嘅拍攝嘅嗰個效果咧，你的而睇過咧，睇到個質感係有啲唔同嘅。咁嗰個我覺得即係講我拆翻出嚟，可能即係大家或者選擇啲片段咧，即係或者睇用啲乜嘢渠道嚟俾大家提研究一下都唔錯嘅嗰、那個係。喂，嗱，我斗膽問個問題，假設如果我喺學校揾到場地去播放幾套，你願唔願意同大家分享啊？這個唔係我嘅問題啊，不過學校應該照計就 O K 嘅。係啦，因為冇嘢嗰個我係喺美國嗰時喺邊都入得埋嘅。嗱咁就完全好公諸同號嘅。嗱咁就我嘗試九月開學之後，咁喺我任教學校裡面，我試下安排場地。學校咧就應該冇問題，因為學校佢喺個版權嗰度係當係教學用途。既然係咁嗰時候，要益埋我神秘，我哋依家 our video 嘅神秘之嘢。係啦，嗱咁我會安排。系嘅，咁當然啊，幾套你要即場做呢一個指導喎，你係咪導師嚟嘅？變咗係。唔係佢嗰本書，我覺得即係大家都嗱，我抄翻佢嗰本書同埋嗰啲書名咧，俾大家其實好值得 keep 嗰本書，因為咧佢基本上咧，佢將文字嘅留翻低嘅嗰啲文件記錄，同埋依嗰個拍出嚟嘅嗰啲紀錄片嘅嗰啲記錄咧，佢當時佢講咧就係完全係冇漏到。
預判託促，係俾大家咧係作為一個叫你中意研究我哋嘅登月計劃咧，即係來吧咁樣。佢就完全俾你睇嘅。咁佢就預算咧，就每一個即係每一都係太陽神十十一號、十二由太陽神九號開始，去到十七號咧，佢都會逐步咁嚟出嘅。咁我當時我去到嗰時候咧，就係應該係出到有兩。是太陽神十一號同埋係太陽神九號嗰時。但你可唔可以精華咗㗎？如果你真係自己睇十幾個鐘咧，十六個鐘係悶到你嘔嘅。係咯，你可唔可以嗱？你幫我哋。但係咧，咁嗰個咧，咁我咧就會好睇到咧，就都以我個經驗嚟睇咧，就你會睇到嗰集片段咧，就應該冇乜八戒嘅，係真嘢。係啦，嗱，咁我建議就係、是、嗱，我安排。而且佢有樣嘢，好似我其中一段咧，我見到佢係底面調轉咗。嗱，咁就咁係錄影嗰時出咗個。嗱咁就嗱場地我安排，但你又真係幫我精選。嗱我嗱呢、這個你自己私下解決啦、啊。我就呢、這個唔需要嘥咁多時間。睇第一節多一個問題出嚟啦。嗯，就將來中國如果係登月計劃係成功咗，派咗人上去啦，你估佢喺邊個地方插支中國旗？五星旗喺度咧。嚇，咁呢個咧就我希望咧啲網友俾啲建議嚇，因為你睇一睇個月球嗰個地圖嚇。咁你邊個地方即係最合適就最合適升旗咧？接五星旗落去咧？唔係曾經啊，上我去過嗰度係啦係啦，月宮。咁呢個我哋今日嘅主題司馬中原同蒙古咧，我哋第二節翻嚟講。啊 ，Radio 神秘之夜第二節。今日嘅主題咧就司馬中原嘅一本著作《蒙古》。嗯。嗱咁我諗咧就係即係大家如果未睇過呢本小説嘅話咧，可能我哋即係首先講個古仔啊，點解會覺得咁值得去喺花呢個時間去講呢個內容咧？就因為呢個古仔本身咧，其實係根據一個真人真事嘅六十年代嚇，六十年代初期一位台灣嘅教師嚇，咁叫做應該係文咩啊？文傳文傳嚇，泉水個傳教書，即係未曾去服役嘅一個年輕人。好年，咁即係幾多歲啊？十。幾歲嘅啫喎，應該我諗20歲左右啦嚇。因為佢應該係21定係幾多歲要服兵役嘅台灣？18歲嘅男仔嚟嘅，係咯，18歲嚇。咁佢即係嗰個經驗，我諗都係佢20歲之前啦嚇。咁呢位文傳咧，佢年輕嘅時候咧，就根據自己嘅講法咧，就係中咗蒙古嚇。咁呢個蒙古咧困擾咗佢前後都10幾20年，搞到佢係即係好多方面都出咗問題。咁佢忍受唔到之後咧，咁佢就寫一啲信俾司馬中原嚇。咁司馬中原咧根據佢嘅來信，同埋一啲自己嘅調查，同埋一啲佢自己身邊嘅人一啲提供嘅信息咧，就寫咗呢本書嚇。咁實際上我都唔可以講話一本小說嚟嘅。即係如果呢本書入面所講嘅，好似呢個文傳或者司馬中原咁嘅講法咧，實際上佢係一個真人嘅記錄嚟嘅，傳記嚟嘅。係啦，嗱咁我哋手頭上啦，無論阿幾圖或者揸住我嗰本咧，都係一個最新出嘅版本咧，就缺少咗啲嘢。因為呢本書咧，即係當然咧有一個主要篇幅就係呢個故事啦，咁跟住有司馬中原嘅後記。但係如果係以前出嗰本啊，皇冠嗰本嘅系列咧，第二版嚟嘅。第二版咧係有文傳自己寫嘅前言嘅。係啊。咁呢個反而咧，今次見到我冇，即係我都係借呢本書翻嚟咧，因為我以前睇過咧，冇咗呢部分咧，所以我有覺得幾大嘅遺憾。點解會冇咗嘅？我諗可能牽涉到嗰個新版入面呢一啲版權嘅問題啦。同埋呢我諗佢有個原因嘅，因為佢呢個呢係而家出版嗰個呢係一個叫我係司馬中原嘅精品集嚟嘅、一個佢嘅嗰個文學嘅全集嚟嘅。咁、而且佢裡面呢你會睇到呢司馬中原佢大部分呢都係文學性重嘅，同埋佢因為呢本呢、這個古仔裡面呢，咁佢都即係後來都仲有好多人都其實跟住都係有 follow 呢件事，咁就係都亦都話咧，其實響司馬中原先生咧，佢寫呢個故仔嗰時候咧，佢亦都有好多嘅文學性嘅裡面嘅處理，咁啊將裡面咧有好多嘅事件嗰度嗰時候咧，其實佢多咗有啲潤色喺度。係啦，係啦，呢、這個咧我就記得當年咧，我依稀記得咧，文傳佢寫呢個導言咧就講到呢個問題，咁佢講到咧就話基本上嗰個事實咧就係大部分啱嘅，但譬如講到呢位巫師啊，即係位卓。好山英嘅鄭巫師咧，個外形咧其實同呢本書嘅描述咧有少少出入嘅。係話嗰個佢而家個書嗰個講得係好有
唔係好有型，係好特別啊！你會驚嘅，你睇佢文德主講嗰時候咧，係有少少有少少心寒嘅。呢、這個其實係司馬中原刻意嚟去修改啊！我諗亦都未必嘅，因為落到司馬中原嘅手咧，即係佢以佢自己一個小説家嗰個咁嘅才華咧，佢唔多唔少都會做少少潤色嘅，就更加個可讀性咯，我覺得嚇。但係基本上咧，即係如果根據文傳同埋司馬中原嘅講法咧。呢、这個事呢件事件基本上咧喺個書入邊咧係原原本本記咗落嚟嘅，咁、我諗我哋大概都攞呢個 line 作為一個今晚嘅討論嘅一個範圍啦。但係我就好羨慕啊幾套啊手頭上嗰本書，因為咧我呢本就借翻翻嚟嘅。但係嗰本書，但呢本書咧就竟然有司馬中原親筆。簽名寫俾阿紀圖嘅，轉頭可以影翻張相留念。唔係，唔係相當之奇特嘅，因為對於司馬中原嘅嗰、那個可以我喺再下一節咧嗰度咧，即係再分享下。咁、但係咧，依本書都係有少少奇，可以作為一個開頭嘅少少嘅引子。因為咧，我就係響上年上年嘅時候咧，2008年係知道係要拜會司馬中原先生嘅時候咧，咁我係即係嗱嗱聲。喂，有理冇理都要揾一本書咧嚟俾佢做簽名咧。嗰時我因為我年青嘅時間咧，我睇過佢嘅《路係如刀客》嘅，係相當之中意嘅。咁咁所以咧就係不斷咧就知道佢有一個新嘅呢個版本出咗嚟嗰陣，但我係響揾唔到，響成個香港嗰度咧，只係得個銅鑼灣有間二樓書店嗰度咧就有依本書，即係依個書集咧就入咗嚟。咁佢又話。其實司馬中原咧，因為香港可能唔係好多讀者，所以就唔係揾到好多。咁但我見到呢本書個名係好特別，無故。咁於是咁我咧就攞出嚟咧。其實幾奇怪喎！你可能你買本書嘅時間咧，都同我睇嘅時間咧接近。系啊，会明白，所以咧呢、這个因为神秘之嘢啊嘛，台长，所以我都特登讲咧，即系拗啊 video 神秘之嘢。当我揸住呢本书咧，系嚟去拜会司马中原先生嗰时候啦，司马中原先生一见到佢就，嗱你，因为我改编佢另外一个古仔，佢已经睇咗我个古仔嘅故事大纲，系觉得 OK， 咁所以咧就先俾你去见佢。吓、啊，咁我哋照见咁，又唔系咁嘅，咁佢嚟咗香港啊嘛，嗰时系。系。咁样咧就系、是，咁佢咧就系、是，咁佢睇一个古仔，咁佢讲系 OK， 咁但系咧佢见到我攞呢本书嚟嗰时候，佢话呢本书对我嚟讲系好特别嘅，因为咧佢话佢去咗台湾之后嗰时候。其實佢講一直咧都有啲想好想搜集啲台灣嗰啲叫奇聞異事嘅嗰個故仔，因為佢台灣都有好多，即係因為佢嘅嗰個鄉土嗰、那個叫鄉野傳奇，大多數都係講東德嗰啲奇異故仔居多。台灣佢都搜集咗好多，但係真真正正咧好即係寫咗出嚟，而且好完整，而且佢好滿意嘅就係呢本毛古。咁而且佢話呢個毛古其實佢都認為咧。可以拍成電影嘅，咁就所以佢話嗱，你攞呢本書咧，咁你就翻去睇下，咁然後討論下咧，就可唔可以變做電影啊？變做電影，咁當時咧，咁我都簽咗名咧，我就最珍惜都係嗰個簽名嘅啫，一直都冇睇，咁啊直至阿台長就係頒布咗一個命令落嚟，好、那個功課就係講毛古，咁我即刻哇急睇嗰時候咧，咁我咧就睇咗啦，咁的而且確得，一定得。而且我一路睇係一路驚，點解會一路驚咧？咁我講個古仔啦，嗱，亦都唔怕叫穿橋啦，因為呢個係一個真人真事嘅，即係我哋唔講唔覺得唔係一個懸疑嘅古仔。其實你知道大概呢樣嘢就對睇呢本書係應該影響不大。咁、那個故事係點樣？其實呢個故事有少少宿命，宿命嘅原因喺邊度咧？就係呢一個主角文傳同埋佢阿媽，係佢阿婆。都是受到毛古的影響，而他阿媽和阿婆呢也都因為這樣而自殺死的。所以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呢他就提到這件事。咁呢一位文傳呢其實佢讀書呢或者佢做其他嘢呢都唔係太順心順意。因為佢屋企呢就似乎因為佢呢兩位親人呢因為咁過世之後呢成家人都係處一個即係比較低落嘅情緒。唔係開心。咁但係呢因為佢屋企個家境呢都唔係太好啦咁所以佢一好早呢中學畢業嘅時候呢就要有一個事業嘅抉擇工作上嘅抉擇。咁當其時喺台灣呢如果譬如話你去一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山地嘅地方就係教書呢個工作上仍然係比較即係可以易搵啲嘅。咁因此呢佢就去咗一個
即係比較偏僻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阿紀圖咧就自己親身去過。係啊，咁唔係因為呢個古蹟而去啊，唔係因為呢個古蹟而去，但係佢去到咧，佢亦都有一個可能一個一啲某種嘅感受。咁佢到呢個地方教書佢點咧？就當地咧有一個寡婦啊，即係對佢都幾好嘅嚇，即係佢譬如話有照顧佢啊，要揾佢仔。即係俾佢補習咁樣，咁希望咧即係多啲時間咧同佢有個接觸。咁但係咧，由於咧台灣嘅地方嘅風氣咧，都係仍然比較保守喺當年咧。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嘅接觸咧，就引起當地一啲閒言閒語。咁啊，民傳因為咁咧，都即係嘗試極力去避免啦。咁但係呢個就令到呢個寡婦咧就唔係好開心。呢、這個寡婦亦都透痛佢透露咗咧，佢係被一個即係巫師咧所控制。咁呢個巫師咧，初頭文傳咧就即係冇乜大嘅印象嚇，淨係聽過佢嘅名字，係淨係聽過名字，但係咧就卓浩嚇，但係因為咧佢自己一個家境嘅家庭嘅問題咧，其實佢都有少少感應，即係覺得有少少驚。咁及至到咧，即係佢同呢位寡婦咧，即係分咗手之後咧，即係所謂分手意思，即係話即係比較同佢比較少見面之後咧，咁有一日咧，佢屋企咧就即係有人敲門，咁呢個人咧就。一個即係黑衣人啦，即係好短頭髮咁樣，個樣好比較特別啲咁。但係當其時文傳就冇點留意佢，咁佢就開咗道門啦。咁、那個人嘅來意就只不過話咧，佢想佢好口渴，佢路過口渴就想飲一杯水。咁文傳咧就斟一杯水俾佢。咁佢斟水咗俾佢時候咧，這個人咧就攞支銀針，就篤咗佢中指。咁因為佢中指佢滴咗血出嚟咧。佢就攞咗個中指滴啲血出嚟嘅時候，滲咗落嗰碗水度。咁跟住咧，就將嗰碗水吞咗，即係含咗落含咗落口度，就連續噴咗三次。咁佢跟住咧就俾翻呢支銀針同埋嗰啲符，俾翻阿文傳，就叫佢收住。嗱，咁去到呢度咧，其實大家可能有個諗法就話，為咗呢個巫師就要害阿文傳啦。但其實個古蹟發展落去咧係有少少特別嘅，幾曲折，即係唔係咁純粹話，即係要害呢個人。喺害呢個人之餘咧，其實佢好可能係想揾阿文傳做一個徒弟。咁、呢個文傳咧，即係俾呢個巫師落個古之後咧，就開始見到一啲幻覺。即係尤其是喺夜晚黑啦，聽到啲鬼聲。即係佢譬如話，佢教完即係教完書翻去佢自己屋企，咁就開始夜晚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好多霧。同埋咧就會聽到好多聲，咁佢發夢嘅時候咧，亦都見到好多即係、就是、一啲不尋常嘅物體嚇。咁、去到呢度嘅時候咧，就佢開始懷疑自己係中咗巫蠱啦。咁亦都同一啲身邊嘅朋友走去講。咁當其時呢啲身邊嘅朋友咧，即係喺台灣咧，儘管有啲人相信啦，咁但係當其時嘅年輕人咧，就受到嗰個科學嘅洗禮咧，就唔相信呢件事嘅。咁有啲譬如話即係比較係粗壯啲嗰啲人咧，或者練過拳嗰啲人咧，就約埋佢一齊走去揼呢個巫師。唔止嘅，最真實嘅，因為揼巫師之前嗰陣咧，就係、是、聽到鬼聲嗰度咧，咁呢個民傳佢驚嗰陣咧，當時就有啲先生同埋啲學生咧就幫佢壯膽，嗰啲先生都聽到。係啊，即係喺嗰個地方嗰度咧，呢啲聲咧。是原來不單止咧係一個心理嘅現象嚟嘅，喺嗰個講佢嗰個講法咧，有一個叫程老師啊嘛，喺度佢亦都聽到嚇嗰啲怪聲，咁而有幾個學生都聽到咧，咁啊就變成咗咧，即係嗰個更加即係佢哋都相信咧係有一種巫師係落咗蠱嘅嗰個人。係啊，就佢呢位文傳係中咗巫蠱嚇，咁、有啲當然唔信啦，就走去想同佢一齊走去揾呢、這個。鄭巫師啦，卓浩山英嘅巫師啦，就係算帳。咁我哋去呢、這個即係揾佢之前嗰個時候咧，就同當地嘅山地人咧，即係嗰啲當地人咧，就傾開，就真係有呢位巫師。咁但係嗰個情況點咧？佢哋原本都唔想提嘅，但係當佢追問之後，發現原來呢個巫師係當地嘅土司啊。即係當地原即係原住民原唔係原住民係當地一啲即係巫師嚟嘅，不過嗰啲叫氏族性嘅巫師，即係跟住咗嗰個嗰個遲啲可以解釋嗰個巫師嘅嗰個系統嘅，係鬥法對嘅鬥法，係已經揚言話會鬥法㗎啦，係會鬥嘅，有兩個土族嘅巫師會同依一個叫山英呢、這個姓黎嘅嗰個巫師咧，就會係姓鄭嘅，就會決鬥嘅。
啊，咁即係而且我記得有一個應該俾佢鬥死咗添嘅，喺前邊。嗱，呢去到呢度咧，其實嗰個講嘅呢個巫師咧，即係呢個系統咧，佢有少少暗示就話有一派好嘅，有一派就保持治安嘅。即係保障咗你，即係個家居安寧，係個社會唔會亂。而呢個鄭巫師咧，就即係個有少少呢個魔鬼嘅化身，嗯、就將周圍走去搗亂啊，要殺人咁樣。咁咧，呢、這個揾唔到呢個巫師之後咧，咁佢哋翻去啦。咁、由於咧呢、這個民傳同當即係呢個寡婦之間呢個咁嘅謠言咧，即係越演越大咧。咁、那個六嗰、那個校長就叫佢啊，民傳不你唔好呢度教啦，你去另外一個地方咁樣。咁佢去咗一個比較遠啲嘅，更加咁僻嘅，更加僻嘅地方嚇。咁、當地咧就更比而家佢教緊呢度更加窮困。但係好衰唔衰咧？佢調咗當地之後先發現咧，原來嗰個鄭巫師咧。亦都去咗嗰头，追随住佢喎，唔系追随嗱，咁呢个咧，即系郑巫师咧，佢似乎即系喺佢走咗之后咧，不断都摆脱唔到佢阴影。咁曾经有一段时间咧，佢比较好过，即系个人开始比较阳光。咁但系好可惜，有一晚咧就发生咗一件事咧，就令到呢、這个即系民传咧就抱憾终生。咁、呢件事系点样咧？就系佢喺突然间一晚咧，就呢个巫师翻翻嚟。咁佢即係以佢話佢即係見到佢又你走啦，你唔好搞我啦咁樣。咁呢個巫師就講話，即係你中咗我巫蠱喎。咁阿文權就話：誒冇巫蠱呢啲嘢嘅咁樣嚇，咁同佢拗啦。咁但係慢慢咧，即係同佢講翻嘢之後咧，佢人咧就即係慢慢嘅意識咧就慢慢喪失咗，即係飲好似唔知飲咗杯酒添。係啊，佢唔係佢嚇佢嗰個細節咧就仲有啲得意嘅，因為佢當。见翻呢个巫师嗰时候咧，那个巫师反而系讲俾你听，佢话当时咧，我吉你即系作嗰个法嗰度咧，其实你系帮助我嘅、即系话晒咧，响上一次嚟讲咧，你系帮助我一个几大嘅忙，所以咧我咧有啲嘢照顾你嘅、你如果你有啲边个人你唔中意嘅，你有啲边个你想害嘅，我可以用个方法教你去害人，即系当系即系俾翻啲好处理啦咁样。即系解到个咒啦。咁但系咧就即系两个之间咧就嗰、那个即系倾倾下偈嗰时，咁嗰、那个呢、這个文传咧就初初嗰时佢对呢个巫师佢就有啲好抗拒，好不好即系好唔好嘅印象，但系都始终都觉得佢系一个叫山地，即系一种叫山地嘅一啲叫好穷困嘅一啲巫师，亦都系咧喺当时嗰时佢都讲话佢好肚饿，同埋都即系越嚟越夜啦咁。咁于是佢叫咗佢翻屋企，又俾酒佢饮、又俾啲饭佢食。咁即系大家倾偈倾倾下咧，就倾得投契啊！就夜咗之后嗰时候咧，咁佢心尾呢个巫师话：我今晚我唔想走啦。咁但系阿文全就叫佢哋走啦。你走啦，即系或者你就算唔走咧，嗰个都有间屋嘅。你走嗰度瞓。系有另一间屋咧，就嗰个老师咧，应该今日咧就唔会翻嚟。你嗰度瞓啦，咁佢冻。我就要响翻之后同你一齐瞓啦，因为会练翻啲，即系咁样。咁但系讲下咧，阿文全自己嘅意识咧，就慢慢开始模糊上嚟。系。咁佢醒翻嘅时候咧，就已经唔见咗阿郑巫师啦。咁仲有一个更加惨嘅一样嘢咧，就系咧佢。開始發現咧自己嗰、那個屁股啊，就相當之痛，同埋流咗攤血喺度。同埋佢嗰時，佢嗰日瞓覺嘅朦朦朧朧咧，佢係感覺到呢個巫師喺度搞佢嘅。啊，你真係應該見啦！你想唔想我讀出嚟啊？哇！你真係幾圖嚟 highlight 咗呢一段，所以我揾就揾到啦已經。係嗱，咁嗰個內容就咁樣嘅，朦朧彷彿是陷在一片撲朔迷離的夢境裏。上面罩着白雾，足下踏着似有若幻无的云。他反扑着，在雾和云里游泳，再怎么费力挣扎都是徒然的。是什么像石块般的压着，蛆虫般的粗硬的空毛刺着他光裸的脊背。他心里升起一缕泡沫般的意念，这不是梦，自己是着了山鹰的圈套了。但这意念毫无作用。沉重的压力使他呼吸都很困难。这不是梦，他在激痛中醒过来了，但四肢松散绵软，那巫师的体型看来并不高大，但力气实在惊人，他的手臂像铁箍般的把人箍紧着。当初张寡妇形容他是恶魔，自己还疑信参半，但如今是身受了，他想叫发声叫喊，却叫不出声来，波浪形的五极持续着，
是他忍不住激痛而混元，他真后悔自己明知山鹰是可怕的邪魔，为何还要引狼入室。咁佢跟嚟睇到就自己係嗰個被單下留下一灘血污，足證他夜夢睡夢中朦朧感就感覺到的真不是夢。嗱，依個咧即係我睇嗰時候咧，啱啱同阿台長咧開始讀嘅嗰句咧，開始嗰時候都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嗯。咁呢個佢嘅文，即係佢嘅文字嗰個手法咧，就真係好犀利咧，就係、是、佢一從嗰句開始慢慢嚟，咦嚇？即咁樣，即咁嘅嗰個感覺嘅。跟住呢，即嗰個差唔多係呢個古仔嘅嗰個發展嘅三分之二。咁、嗯、然後跟住落去嗰時候，你會發覺成個嗰個古仔呢係好急轉直下。唔係急轉直下，你完全入、嗯、你完全睇個文字呢係入咗呢個文傳呢、這個這個意識人嘅嗰個意識嘅世界喺度呢，佢嘅個壓力呢你會睇到呢係完全呢個讀者完全感受到佢嗰種壓力出嚟。嗱，金文全咧經過咗呢一晚之後咧，會有一個咩轉變咧？就第一樣嘢咧，就係佢對女人咧開始喪失咗興趣。佢驚啊！驚啊！即係驚自己唔係。佢抹唔到嗰種陰影。抹唔到陰影。嗯。同埋開始酗酒。係。即係飲好多好多酒啦。咁酗酒呢個問題咧，其實直至到佢寫信俾朱化中原嗰時候咧，即係事隔好多好多年之後咧，佢仍然係有呢種嘅問題。但係搞永書喎佢。係 啊，所以佢話咧，即係呢件事過之後咧，佢仍然係好痛苦啦。咁、嗯、但係當然頭先我哋講過未完㗎啦，咁啊繼續你補充落去嚇。佢嗰、那個佢因為嗰件事之後嗰時咧，佢對佢嗰個打擊好大咧。咁嗰陣時就有佢有啲先生嘅朋友咧都。知道咧係有啲事發生係關於個巫師嘅，咁啊於是就係自告奮勇咧，就係要揾佢揾呢個巫師出嚟。咁你揾即係其中有一個好冇有力嘅一個先生咧，就竟然咧就係揾到佢，而係啊俾佢直接害死咗。嗯，嗱，因為令到呢個民團更加內疚啊。嗱，呢個害死係點樣嘅？就係佢喺呢一晚過之後咧，佢慢慢開始代入咗阿鄭。巫師個心態啊，係啊係，即係佢開始變咗係半個巫師出嚟，嗯哼，咁、啊、所以頭先我哋講咧，嗰、那個關係本身咧係有少少曖昧嘅，係，即係話佢最初係唔係得個被害者咁簡單嘅，佢被害之餘咧，又慢慢進入咗呢個害人者呢個角色入邊，咁、嗯、而且佢點樣嚟去表現到呢、這、一個，即係講到佢嗰種心嗰種依種咁嘅轉變嘅心情咧，就係因為咧佢之前嗰時嗰、那個。嗰、那個巫師曾經問過佢啊，佢話你有冇啲人係好憎嘅？咁佢又講咗兩，佢一個又唔係佢憎，有一個咧就話呢、這個女人其實好中意我。嗯。但我其實就唔係咁中意佢嘅。咁呢、這個啊，我知點做啦。咁啊，攞咗呢個女人嘅生辰八字走咗去。咁跟住個女人點樣咧？就佢一晚咧係俾啲石頭困住咗。係。哇！嗱、啊、呢石頭咧，呢石頭咧其實如果你就咁睇唔係好大嚿石頭嚟嘅。但出唔到呢石頭，咁、嗯、啲人嘗試咧，佢即係掹嘅時候係掹唔到。幾個人掹啫嘛？咁呢個女人係點樣？係癲咗，佢攞啲石頭啊、曱甴啊、老鼠咁食咗落肚度。咁、嗯、收尾啲人救咗出嚟之後咧，呢、這個人都醫唔好啊，就入咗呢個精神病院度。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呢個文傳咧，佢後來嗰陣時候咧，佢嗰個嘅心理轉變嗰時候咧。佢就係諗翻起咧，佢原來咧，佢係對於佢嗰個之前調咗佢嚟呢個地區嘅嗰個校長咧，佢就覺得佢歸咎咗，就覺得係因為呢個校長個問題，即係佢初初佢就唔係好憎呢個校長嘅、嗯，但係咧就呢種個仇恨心咧就變成咗咧就越嚟越大嗰時咧，佢於是咧佢咧就諗咗個辦法，佢因為佢嗰時佢都差唔多咧，佢要落翻去山，佢要去服兵役，佢、嗯、要服兵役之前咧，佢要做一件事。就係揾翻個校長，咁、嗯、而因為嗰時嗰個巫師曾經教佢一種叫施巫術嘅一種方法嚟，同埋留低咗一啲嗰啲，譬如一啲紙嘅公仔，嗰、那個巫嗰、那個古人術啊嘛，係啊，咁咧即係有啲黑色嘅人嘅紙公仔，有張相喺上面，紅色嘅紙公仔，佢話如果你想害嗰人咧，你咧就揾嗰個人嘅嗰張相，或者生辰八字，連埋生辰八字最好。嗯咁佢咧就走咗去揾呢個校長，就話：喂，我要走啦，但我想要你一張相。咁、嗯、嗰個校長咧就即係都其實初初嗰時都有種感觸就話：其實我做嘢你一定好唔中意我啲，因為我調咗你去一個即係更加偏僻嘅地方。咁啊，即係咁樣嘢咁好啦，即係大家即係覺得冇事咁樣，就俾咗張相佢。嗯。咁點知佢就攞咗嗰張相咧嚟去作法。
而喺集棒嗰時候，佢原本咧佢係好想吉對個胸嘅，即係想置佢於死地。但後來咧佢冇吉到，就吉到佢隻手。咁過冇幾耐之後咧，佢就車禍撞斷咗手。喂，佢發覺原來係真係得嘅。咁佢後來嗰時佢因為佢已經去要落翻山嘅時候，咁佢當佢知道咗個真相嗰時候咧，咁佢都好後悔。咁呢幾種咁嘅往事咧，就一直咧係壓住喺佢個心頭嗰度，而且佢後來就係佢個家姐咧，都揾咗個幫佢物色咗一個女仔，就大家結咗婚。咁但係佢結咗婚之後嗰陣時候，佢其實一直咧都對佢咧即係有一種陰影喺度咧，係幸防唔到。咁後來有個道士咧，就即係知道佢有呢啲事咧，咁佢都同佢講咧，佢話你其實應該仲有蠱毒啊。咁佢就會幫佢就幫佢咧去解決啲問題，但係咧佢就話你以後都唔好去行房啦，最低咧，因為你一定要將呢個蠱毒咧，你全部去清除曬之後嗰時候，你個心理咧冇咗呢種壓力咧，你自好做啦咁樣。咁但係咧呢個文傳咧，佢一直咧佢放唔低過嗰樣嘢。咁去到佢後來咧，呢個書即係嗰個結尾嗰時候咧，佢都話佢係忍唔住啦，所以佢就揾呢個司馬先生，就講咗呢啲事蹟嘅。其實咧，中間應該係咁樣嘅，就係佢到尾咧，佢發現咗咧呢位鄭老師係被殺嘅，咁即係鬥謀，所以佢係輸咗。但係好慘一樣嘢就係佢初頭以為咧呢位鄭老師過即係死咗之後咧，佢會解除到呢個蠱。但係咧結果就發現係唔得。即係喺過呢個巫師死咗之後咧，佢仍然不斷咧殘留咗呢個巫師嘅陰影喺佢身上面。咁頭先阿紀圖講咧，佢唔能夠行房咧，咁應該係佢第一晚見咗個老婆之後咧，即係娶咗佢之後咧，就應該有一次行房咧就生咗個仔。但係以後咧就佢已經冇對呢個性冇乜興趣。咁成日就係即係呢件事咧不斷即係喺佢個腦海度做咧徘徊。咁連佢自己正常嘅工作佢都做唔到。咁呢個古仔咧，呢、這個小説咧，即係。我諗啊，一等台長你補充下，你點解會揀呢個故仔咧作為即今晚嘅題目？咁但我又講我嗰個睇法啦，因為我覺得呢個故仔咧，其實佢嗰個即係喺司馬中原嘅嗰啲作品裏面嚟講咧，的而且確咧，佢嗰個寫法咧係同佢之前咧寫嘅嗰啲小説咧係有唔同嘅，因為佢呢個嘅寫法咧就比較上咧，我覺得係容易睇嘅，仲係佢白話睇。因為其實佢啊司馬先生咧，佢有樣嘢好特別咧，就係佢好多時佢嗰啲小説裏面咧，佢有好多方言喺度嚟嘅，東北嘅方言就喺度咧，係同埋啲一啲文學嘅裏面全部喺度啲對埋咗一齊。咁所以咧，你會睇到佢嗰個文字嘅處理咧，就好特別嘅。呢、這個就係其中之一啦。即係呢個就而呢個咧，我覺得佢咧就係都當佢寫嘅時候咧，佢都係用翻好六十年代一種白話文，同埋幾順序嘅方式咧，係好有條理嘅將件事寫出嚟。因為可能佢即係因為呢件事件佢有好多資料喺度啦。咁但係第二樣嘢，我覺得呢樣嘢係好特別嘅。佢裡面用咗好多種唔同嘅嗰啲古俗。有講過嘅，包括就係呢個巫師咧，呢個叫山，即係蔡浩山英呢個巫師咧，最後又同另外一個大師咧去鬥法嗰陣時，係兩個都死咗噶嘛。咁而嗰個鬥法咧，裡面咧佢講嗰啲古術咧係相當之奇特嘅，即係譬如我都曾經做過一啲即係嗰啲巫蠱嘅嗰啲資料咧。你會發覺咧，佢裡面咧就係顯即係從嗰幾個個案裡面咧，佢有好多資料性。是可以將佢環切面咧，就講咗俾大家聽，即係譬如如果你研究嗰啲巫術啊，或者蠱術啊，其實有好多種唔同嘅派別。而佢呢個咧，你從佢呢個處理咧，佢嘅描述咧，你會睇到咧，第一，佢因為寫得好具體嘅，所以即係我都會好相信咧，佢都係資料好豐富咁嚟講翻嗰件事件出嚟。而且咧，你從中咧，亦都可以分到咧，即係睇到咧，即係台灣原來佢留低嘅嗰啲叫巫蠱呢種咁嘅術咧，佢來自於好多方面唔同嘅，包括從北方即係通古斯嘅嗰啲薩滿教嘅嗰啲巫術又有，但係佢有好大部分咧，我好相信咧就係叫中國嗰啲叫足油科嗰種咁嘅。但係我懷疑佢仲有應該有啲當地啊，即係山地人嗰啲系統喺度。當地山地人嘅系統咧，好大部分咧，因為佢個邊咧，即係嗰個叫做太平嗰地方咧，就是、高山族嗰邊咧，高山族嗰度咧係有好多嘅文化咧，即係啲人喺度追查嗰文化咧，係從嗰個叫印尼、馬來西亞嗰邊。我諗係我哋英文講嘅 Polynesian 係啦。
咁係你會睇到呢，其實成個台灣呢，因為好多即係留低咗好多呢啲叫古文化，尤其是呢啲叫巫術或者薩滿嘅文化喺度。嗯，咁即係增加咗呢本呢個文學作品嘅裏面嘅嗰種叫價值。嗯，嗱，阿紀圖頭先就問我啦，譬如話我點解會揀呢本書走去講啊？大家即係應該我哋會講講司馬中原呢位作家嘅背景啦。其實佢講鬼故咧就相當之多嘅，但咧就我亦都睇過佢其他嘅鬼故，咁但係就冇呢本咧，即係寫得咁可以講話咧係咁硬淨。嗱，硬淨意思就唔係佢話好多料，而係話咧佢寫上嚟咧，你會睇到佢感受到咧。係一種好真實嘅感覺，即係呢樣嘢，即係正如嗰本書咁講啊，即係我好相信咧，係其實佢大部分嘅內容咧都基於文傳寫俾佢嘅信，同埋佢自己一啲實地嘅考察。咁同埋呢本書係寫得相當之白啦，白嘅意思就話，即係唔會似得佢其他書咧，用嗰個修辭技巧咧，用得咁自覺。呢本其實好易睇嘅書嚟嘅，即係你就咁，可能你一兩日已經睇曬嗰個成個內容啦。但係佢奇怪地方就好難啊！我係啱啱嚟到之前嗰一兩個鐘頭，嗱嗱聲睇曬佢 ，scan 咗佢，唔算係全部。但係咧，佢嗰個好處同埋佢嗰個技巧邊度咧，就係佢唔需要用一啲好成熟嘅修辭技巧，但係佢足以令到你慢慢去進入咗個文傳呢個意識入邊，即係令你感受到即係阿鄭無師同佢嗰種交往，即係亦都係既敵人，亦都係既師。即係佢老師呢種咁好曖昧嘅，甚至乎係一種戀人關係添。係啦，阿何故講得啱嘅。係啊，即係呢一個咧，其實如果你話用一個文學嘅分析咧，其實佢有幾個唔同嘅一個平衡喺度嘅。嗯，就係阿鄭寡，即係呢個寡婦張寡婦同埋文傳之間，呢個鄭無師同埋張寡婦之間，同埋鄭無師同埋文傳之間，其實係慢慢即係幾個線咧，係有一啲即係好似鏡像咁嘅平衡喺度嚇。所以劇本嚟講都已經，即係話改編做電影嚟講咧，佢已經有曬呢啲元素喺度，一個叫可以改編做電影嘅嗰啲元素咧，全部有曬。同埋其實我覺得。仲有一樣嘢係好緊要、好緊要嘅，因為依個咧，我覺得就唔係呢一次嘅嗰個課題講嘅，就係、是、司馬中原咧，佢用嘅嗰個文字嘅方式咧，我覺得咧係相當之厲害咧，厲害到咧，即係我覺得足以咧可以研究之後中國咧寫文，即係寫文嘅嗰個方法，尤其是寫鬼故嘅嗰個方法。因為咧依個寫鬼故嗰個方法咧，我覺得佢比《聊齋》或者我最尊崇嘅嗰個紀曉嵐嘅嗰個《月眉草堂筆記》。都係有唔同嘅，就係、是、你會睇到《聊齋》同埋《月眉草堂筆記》咧，佢都叫文學性嗰樣嘢強過佢裡面嗰種妖異嘅。咁但係咧，司馬中原先生咧，嗱呢本我睇嗰時候，即係嗰種感覺，心理壓力好勁之餘嗰陣咧，佢其他嗰啲鬼故咧，我就一喺度睇嗰時候，佢用嘅文筆係相當之怪嘅。咁嗰種怪法咧，就係、是、我就會好有樣嘢，我而家都仲未摸清佢嘅嗰種係唔係一個理性嘅技巧。但我好相信咧，這個咧就係、是、司馬中原咧。佢舉頭三尺有神靈嘅，即係有啲嘢係上身嘅。其實呢個咧就我同阿紀圖咧就未決定呢個內容之前咧，我哋都有不少時間討論過呢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司馬中原咧佢自己係咪有一啲靈異嘅感覺，或者一啲通靈嘅能力嚇？咁阿紀圖咧就直接同佢接觸過啦。咁阿紀圖應間可以同我哋講講，即係以佢自己親身感受問佢，或者佢自己回應阿紀圖嘅時候點講法。咁下一節再翻嚟咧，同你哋大家講講，即係究竟司馬中原係一個咩人嚟？阿 Radio 神秘之嘅第三節，今日嘅主題係司馬中原嘅巫蠱嚇。係啊，頭先我哋講咗巫蠱一個基本嘅內容喺度啦。咁阿紀圖，你同阿司馬中原接觸過嗱？如果從嗰個寫作技巧嚟講咧，你會唔會覺得佢自己真係入到啊文傳嗰個入邊嘅一啲感覺或者意識嘅？以我嗰個睇法咧，就肯定咧係好似一種上身現象嚟嘅。就呢個係喺佢之前佢寫嗰啲小説嗰時候咧，都有呢種嘅感覺嘅。你會睇到當司馬先生佢寫嗰啲佢嘅文筆咧，佢係用一種好獨特嘅一個書寫嘅方法嚟嘅。咁而且我都覺得係幾 original 添嘅，或者佢唔係話跟原創嚇。咁佢咧就係呢一步咧，就更加你會好感受得到咧，就係佢對於呢個文傳咧，佢就係、是。
因為可能真係親身見過佢，睇過佢啲信，唔係佢直情係揾過佢。係啦，佢睇完嗰啲信，見過佢，同埋佢咧就亦都好了解成個嗰個當地人民，即係成個嗰個台北嘅嗰個民風。佢講嗰啲咁嘅事蹟嗰時候咧，咁佢就係、是、因為通常咧，譬如依一種咁嘅文人咧，咁其實我哋都有樣嘢稱呼佢叫文鬼嚟嘅，即係阿司馬中原先生係真係文鬼。就你可能你會同佢傾偈嗰時候，你都會有種感覺。佢講緊嗰時候，佢完全佢好似完全我知道曬你係咩。佢會講翻出嚟嗰時候，即係有用翻依樣嘢咧，就係講嘅真理。其實你唔知乜嘢，即係你係即係屬於乜嘢嚟嘅咯，即係咁樣嚟。就一個好奇特嘅嗰種，即係講做好似阿慕容復嗰種叫乜嘢？即係入咗，即係以彼之道還彼之身嘅，入咗你嘅嗰個世界。然後咧就係、是、捉到你嗰個世界裏面你要講嘅嗰啲咁嘅事蹟，而係佢 scan 完咗之後咧，用文字將佢表達出嚟。咁啊呢個咧，你會睇到司馬先生咧，佢嘅嗰個文筆咧，佢有呢種咁嘅能力嘅。咁、所以佢你會睇到呢個巫蠱咧，裏面咧頭先阿台長都話似一個叫報道文學，又得就因為喺佢裏面咧就寫得好具體、好細節。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即係書寫嘅一種能力嘅，所以我就話咧，一定係舉頭三尺有神靈㗎。係咁啊，我中肯啲咁講，因為我快立曬即係阿幾圖做曬筆記嘅嗰啲描寫，即係其實如果你話我假設係一個記者，我聽到一個人佢所講嘅自己發生啲經歷，咁我用第三身去描寫出嚟咧，咁你極其量都可能就係講到件事嗰個本身嘅發展過程，就甚至乎佢可能告訴你話我過程好痛苦啊，好抑鬱啊，甚至乎嗰啲即係啲負面情緒，但係佢都係可以完全可以投入咗去。文傳咁樣，甚至乎嗰種佢唔單止講到唔開心添，佢可以具體講到點樣受到呢一個嘅羞恥啊，甚至覺得自己係俾嗰個巫師搞完之後，佢用佢同化入魔嗰個過程咧。所以佢就最重要嗰個 point 就係我睇緊立寶就係佢點樣要害呢一個嘅校長嗰段，即係嗰段其實完全我睇。就算我講俾你聽，我都唔會講到咁仔細，我心裏面嘅掙扎，由我點樣要去想殺佢到唔殺，跟住淨係傷殘佢隻手又算。我睇嗰段魚，真係佢好對呢一個嘅阿主角阿文傳好了解喎、啊。嗱，如果咧即係如果依家你唔係講緊司馬先生呢一本書咧，我係侄仔嚟㗎啦，你都啱啱睇咁深入，咁其實我都係同你一樣，我都啱啱睇。我都睇你啲筆記啊嘛，但係的而且確咧，你會睇到佢嗰幾個。佢嗰幾個可能我 highlight 嗰幾段嗰時候咧，就係、是、因為我一係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哇，佢點用啲文字咁深入？係直頭咧，因為我係叫係用一個叫速讀嘅一個方法，因為我只單獨我要知道呢個故仔要講乜嘢，咁我用一個速讀法咧，就有得細節嘅嘢，其實就未曾串連到嘅。咁但係咧，我速讀嗰時候咧，我都已經揾到好多好多段落咧，就係、是、直頭咧嗰時咧睇咧已經有一種壓力出嚟，就係、是、感覺到嗰、那個呢、這個主角文傳咧，佢後面嗰時候咧佢嗰種矛盾。係啊，咁所以我都即刻哇呢句好勁，同埋咧就已經有睇嗰時候咧嗰種壓力啊，即係話呢本書可能我如果我去細睇嘅時候咧，我可能會壓力好大嘅喎。點解咧？就因為其實司馬先生嘅佢講寫嘅文筆裡面咧，好有靈氣。就係、是、咧，即係譬如我有睇另一個故仔，譬如一個叫大黑鵝嘅故仔咧，因為嗰個係相當之得意嘅故事，又掂到好多廣東嗰啲雜貨鋪嘅嗰啲咁嘅故仔嘅。我發覺，哇！佢當佢一講廣東雜貨嘅時候咧，我直頭咧即刻感覺到咧，佢哇！佢真係點解會咁熟南北巷嗰個世界嚟嘅？但佢嗰種熟咧，就唔係話佢寫得好具體、好細緻，而係佢用一啲嘢好直接、橫切面咧。我成日都係講佢橫切面入，就即刻入到嗰個嘢咧，就係話用呢幾個字眼咧嚟去講南方雜貨鋪嘅特別咧，就一定好好噶啦。咁你會發覺佢係。用呢啲詞咧就好準，而已經準確咧就如果係一個叫我哋嘅普通人嚟講咧，就係、是、一定咧就已經做過好多 research 資料搜集，但其實就唔係歸納出嚟。而你會發覺咧，其實就唔係佢咧就去寫嗰時候，佢有一種叫通一通神通嘅一種咁嘅力嚇，用一個文字嚟去揾到一個好適當嘅字眼，而係佢覺得咦咁就準確啦。
咁樣表達到出嚟。佢有呢種咁嘅妙處嚟。阿基圖，你自己親身接觸過佢啦，你有冇問過佢？其實佢自己有冇通靈嘅能力？呢啲梗係要問佢啦，因為咧，即係當我去認識司馬先生之前嘅時候咧，已經有好多人都講話：，你揾咗司馬中原啊？喂，你知唔知司馬先生咧有樣嘢係好特別嘅？就咩好特別？佢完全記得到佢前身嘅嗰啲往事嘅，即係佢上一世咧係點樣咧？佢記得到曬嘅。佢話好多人都知道，同埋好多人都引證過，話係嘅。佢呢樣嘢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叫秘密，或者唔係一個叫傳，就咁叫傳聞咁簡單。做過好多引證經嘅咁啊，係咪㗎？咁鬼神奇？佢話係啊，係女人嚟點嘅？佢上一世係女人嚟嘅。點解佢會完全記得佢上一世嘅咧？嗱，咁即係而家做緊再生號啦。財仔，你睇咗再生號未啊？聽日睇。OK， 嗱，你要睇嘅，同埋點解會講再生號咧？因為再生號裡面咧就提及咗一個我哋中國嘅嗰、那個即係講個叫生死界嗰度咧，就係、是、一個叫奈何橋。阿孟婆。一定係個孟婆喺度，因為孟婆係個目的係做乜嘢咧？就叫過橋去投胎嘅嗰啲人咧，忘記一切、啊。你忘記一切，所以你一定要飲嗰個叫有孟婆嘅嗰個孟婆湯。嗯。飲完咗之後咧，你又忘記咗之後咧，咁你咧就好好去投胎啦。咁但係嗰個故仔咧，就再生個故仔咧，就係、是、咁，我都要講俾韋家輝，喂，你漏咗啲嘢喎，即係有啲人可能冇飲孟婆湯咧，就過咗去喎。咁就即係可能諗嘅啫。真人真事就有一個啦。我講咗俾佢聽㗎啦。你講咩啫？就係呢個司馬先生咧，就係咧，好多人都話佢係記得佢自己冇飲孟婆湯，就過咗橋，然後就投胎，就做咗而家呢個司馬先生。咁我咧，咁佢見到嘅時候咧，咁我咧就同埋喂啊，司馬先生，你係咪即係有好多啲嘢都全部記得曬啊？咁佢話係啊，我仲記得我係鬼嚟嘅，我而家我都仲係鬼嚟嘅。我話嚇。鬼系啊，我系烟鬼啊，走鬼啊，咩鬼？今日讲烂鬼啊，佢话咩鬼咁样？咁咧，但系其实咧，即系佢讲，佢系真系鬼嘢，佢系叫属于嗰啲咧，即系喺即系中国嚟讲咧，嗰啲叫文鬼啊。啊，文鬼有两种嘅，因为咧即系简单地讲咧，咩叫文鬼咧？即系有好多时咧，有啲写文嘅人咧，咁你睇《月眉草堂笔记》咧，就成日都有记载呢啲文鬼嘅故仔嘅，真系。有時候啲文人咧，因為佢用即係佢寫作多，同埋因為佢寫作多嘅時候，佢令到佢個意識嘅就裡面好多文字。咁所以咧就係咧，佢會當佢寫咗之後嘅時候咧，有時佢冇咗個肉身，但係佢呢啲文字咧得嘅意識咧甩唔到。咁所以就變成咗。但係你講呢度，其實佢即係如果用佢個講法，係咪佢好多啲文字或者啲內容咧，佢前生帶落嚟嘅咯？有呢個可能。但我未有一個叫即係實際嘅嘅印證，咁但係咧就譬如好似呢種叫文鬼嘅現象咧，就係話好多時咧有啲人咧會寫嘅嘢咧就會通靈，咁啊包括有另一個咧，咁我唔開名住啦，因為未有一個具體嘅資料。有香港有一個好出名嘅女作家咧，我知道你講邊個啦？係啦，英國都有個好出名嘅女作家都係咁樣。呢個因為我都同佢都幾熟啦，因為我問佢話：喂，你寫嗰啲咁多咩？你係咪睇好多嗰啲小説㗎？佢唔好意思喎，我唔睇古典小说嘅，即系嗰位女作家突然间个灵感如泉咯。唔系咁呢个佢又冇讲，因为我谂佢都知道我问佢咩嘢，咁佢话我唔睇嘅，咁即系咁即系有啲巧，我知道你唔会揸啦，即系咁样吓。咁佢都系属于呢一种嚟嘅。咁另外咧有啲人研究文鬼嘅现象咧，就会喺边度去研究咧，就系符机。通常符机落嚟嗰啲咧，有好多时咧，你就会睇到有啲咧。可能真係有啲叫師傅道，譬如濟公嗰啲咧，就多數成日落嚟嘅，呢個就係叫師傅嚟嘅。咁但係咧有啲就係其實嗰啲文鬼現象嚟嘅，就係、是、你可能咧你起一個符機嗰時，咁但係咧可能係另一種文鬼嚟嘅，或者佢一個唔係咁出名嘅直接無名，但佢可能會記睇落去嗰個符機嗰度咧，就會講嘢俾你聽。咁即係有啲可能有啲，其實你可唔可以將兩種夾埋就話，即係我唔理邊度講就話，嗰啲嘢唔係佢自己寫嘅嘛，係佢自然會出嚟嘅。係。呢個係即係一個叫直接一個叫一種叫用文字咧嚟去做一個叫通靈嘅一種方式嚟嘅。咁我哋都基本上咧，我哋即係都有時寫作嗰時都會想自己去到呢個地步。咁有人話講咧，即係講咧就話其實你係可以做到嘅，即係你係可以做到嘅，係有個方會做到出嚟嘅。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個我哋可以留待日後有機會講咧。我可以好簡單咁講，其實如果頭先講嗰啲現象，我都經歷過，
係一啲好好恐怖或者一啲好誇張嘅嘢。靈感到未就係呢個意思。甚至乎你點樣捕捉靈感呢？以前因為我寫作嘅過程，我學過舞台劇，咁要教我寫舞台劇嗰個嘅老師就講，就係話你唔係諗一個故事，係諗個世界。咁諗個世界之後咧，你慢慢擺喺旁邊，咁個世界裡面啲人啊、啲背景咧，就自然會成長嘅。即係變咗就話咧，即係我哋嗰陣時學嗰個方法就係話，你慢慢佢會孕育出嚟。即係，但係何哥呢？我同你補充少少，你講咧係一個即係嗰個情節上啊，或者嗰、那個即係所謂嗰個世界上。係啊，但係頭先講文嗰啲唔係啊，唔知去到咁樣啊，係整啲字咧自己會出嚟嘅。係啊，我都所以咪要差唔多。嗰個都接近都去到嘅，因為呢個就係文字嘅秘密嚟嘅。係，好似突然間啊，舉例最神秘嘅嗰樣。即係我如果真係最近期一次嘅經驗就係呢個愛因斯坦症候群第二集之後相對論，中間有好多情節。完全唔係我諗出嚟，係突然間，即係好似話我個構思個世界突然間多咗一啲，突然間彈咗啲出嚟喎，係完全我諗都冇諗過，咦？又唔係上網 search 唔係成，佢自己突然彈咗出嚟，咁我幫人思考過啦 ，OK 照擺落去啦咁樣。啊，依、這個因為下次揾機會講啦，同埋依個我而家講嘅時候，可能咧我哋要收錢添嘅，寄翻你嘅。係啊，不過可以好簡單咧講咧，就係依個都係人教嘅，好即係有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嘅嚇，即係。益下大家聽眾啦，神秘之夜嘅聽眾益佢啦，就係咧，譬如咧，你個寫作就係你最好做一個全盤嘅準備，嚇，即係譬如尤其是我哋寫，即係譬如我寫電影嘅劇本都係咁嘅，全盤嘅準備，你全部嗰個局，係啦，個古仔嘅局咧，你寫曬出嚟，寫影評多人嘅局咧，你已經諗好曬，用筆記咧嚟寫好曬出嚟，整好曬你覺得得啦嗰時候咧，你就將呢樣嘢咧特登放低佢，然後開筆。唔好跟嗰個架構嚟去寫，咁你就會發覺咧，你可以寫出嚟嘅嘢係會凌駕咗你之前係啊嘅嗰個準備，而有一個更加高嘅一個層面咧會出到嚟。係啦，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咧掂到文鬼嘅即係嗰種咁嘅寫作方式。仲有啲前輩講就係話，佢可能要係飲嗰一隻嘅咖啡，或者係要即係飲嗰啲酒，甚至可能會抽嗰啲煙，係啦，即係嗰啲嘅輔助咧，令到佢個狀態會有一個更加高嘅層次。咁當然我都要承認就係我都係要飲咗酒先至去寫嘢嘅。甚至乎咧就係好好笑就係咧，我寫頭先嗰個故事嗰時咧，我唔知點突然間我飲一隻新嘅買翻嚟嘅澳洲紅酒。我發覺真係我之前飲啤酒去寫故事嗰時，咪飲紅酒寫嗰時咧，真係兩個故事世界出咗嚟喎。即係呢啲當然我就覺得可能自己可能嘅能力有限啦，所以就少少唔同咗啦。嗱，依個都講翻司馬中原先生咧，就係因為司馬先生其實基本上咧，佢都唔係好受嗰個叫正統嘅教學咧。佢冇啊，冇中學都未讀完，佢喺當兵參軍啊，15歲當兵啊。但係咁佢喺國民黨裏面咧，好文膽嚟啊，係啊，仲要後屘可以設館授徒添嘛，好厲害。咁而且咧，我覺得佢好充分表現到依種叫一種叫文即係文鬼嗰種性格咧，就係。我當時咧，我係拜會啊司馬先生嗰時候啦，腳坐低嗰時候咧，佢喺度講咗好多，我覺得好奇怪，點解佢不斷對我講咧係講鸚鵡嘅咧，講鵰歌嘅咧，啊好得意啊！啲情人你會發覺佢喺嗰刻嗰時候咧，其實坐我哋坐咗差唔多係一個食飯嘅時間咧，係兩個鐘頭咗啦，因為佢跟住佢要約阿莫言，佢要頒獎俾莫言啊嘛，就係上一年莫言攞到嗰個紅樓夢獎。咁佢係要頒獎，咁所以佢要過去嗰度。咁但係之前咧，佢講佢喺個短短嘅嗰時間咧，佢已經講咗超過咗六個係即係台灣嘅撩歌故仔。有咩玄機咧？個玄機咧，咁我就好明白。佢就係咧，其實咁嘅啫。幾圖你係只撩歌啊，同埋咧，你而家你寫嘅嗰個故仔，即係嗰個邊個故仔係需要撩歌。而你加咗撩歌落去啦，後屘。所以就係加咗撩歌出嚟啊！咁所以咁嘅就。啊！孺子可教也，好嘢，好得意嘅，即系你会发觉，同埋佢撩歌嘅有意思嘅，佢其实都系暗示到你，起头你都成日都好似撩歌咁讲嘢嘅，你复述我说话系啦，你讲嘅嘢咧都系基本上咧，你唔将自己啲嘢放出嚟，你系其实系人哋嗰啲嘢嚟，咁我就好嘢喎，佢每一个撩歌啊嗰啲嘢，全部都系里面咧都系讲紧一样嘢吓，撩歌同爷爷的故仔嚟嘅。咁係好得意嘅，咁你會睇到佢會喺好多時咧，
就是一個同你一去見面嗰時候咧，佢就好似叫做係通靈咁樣啦，就會講好多好多啲依啲同有好多，譬如有時你會見到嘅，即係譬如包括我哋之前嘅神秘之類咧，我一提及嘅一個即係濟公轉世嘅嗰位老先生咧，佢又係咁樣嘅，你會發覺咧佢好似講嗰啲閒偈裏面咧，原來佢就表現到一種通達力嘅，係就將你嘅現狀咧就表達到曬出嚟嘅。咁呢種咁嘅能力咧，就係其中一種叫通達嘅方法嚟嘅。就係咪去到神通咧？其實就大家可以睇睇點樣睇。即基本上，如果以我嗰個理解嚟講咧，用嗰個叫神秘學嚟理解咧，佢用嗰個咧唔需要去到神通，但係咧佢呢個叫通達力就係、是。佢會去到某一個地步咧，佢一見到你咧嗰時候咧，佢即刻咧同你搭通咗一條線，唔需要天地線嚟嘅，好簡單，咁即刻咧將你嘅現象可以表達到出嚟。或者會唔會就係話，即係呢位老先生佢個生活歷練好豐富，所以觀人於微，即係難聽啲講句，你趌起條尾都知道你想點樣噶啦已經。哦，咁我諗佢又超乎呢樣嘢嘅，你又唔係話啲即係嗰啲係我哋講話江湖術士啊嗰啲嗰類咁樣嘅，即係我諗譬如而家城中講嗰啲即係富豪案啊，咁有啲人都係唔係呢個唔係講笑啊，因為我有啲朋友都識佢。即係當事人，係咁佢有似乎好似有呢種咁嘅能力㗎。嗰啲可能係即係個心理學，係啊，心理學嘅 NLP 咁樣。唔係佢話即係你有啲觀人於微嘅能力。咁但係我諗啊，我即係從阿司馬中原佢嘅著作咧，我覺得佢係超乎呢啲，因為咧佢除咗寫呢個巫故之外咧，亦都係提一提咧，佢係有咧，即係佢有一度有講呢啲鬼故嘅。嗯，佢係講鬼故，我諗有少類似我哋香港阿潘少聰嗰種咁樣啦。佢直情有啲電視節目，係啊，咪出咗光碟添最近。佢唔使啊，你直情上網都可以睇到。YouTube 都有嘅。而且咧，佢阿司馬先生咧，佢基本上咧，佢有兩個鬼故好勁嘅，一個咧就同細路仔講鬼故。嗯，佢點樣將鬼故變成咧係小朋友啱聽，啲童話故事式嘅鬼故呢樣嘢。咁啊，即係如果大家想學講嘢咧，你可以聽佢嗰啲，你聽佢嗰啲廣播。嗯、你學寫嘢咧，一定要學，因為你唔係淨係我覺得唔係淨係寫個叫靈異小説。因為如果睇靈異小説，即係或者你想寫一啲鬼故啊、靈異故仔嘅嗰啲朋友咧，佢嗰啲書咧就係、是、你一個好好嘅一個課本嚟嘅。嗯包括呢個巫蠱咧，我覺得呢個巫蠱係哇！我睇嗰時候我一定要好細心睇啦，因為咧佢裡面咧佢用啲文筆同埋佢個表達嘅方式咧係好有層次，同埋係寫得相當之好。咁佢另外咧有另外嗰啲嘅鄉嘅傳奇嗰啲短篇嘅啲小説咧，短短幾頁字咧，佢都已經咧係勾到你嘅心咧，同埋有陣時候你會睇嗰時咧，佢係令到你產生咗種嘅心理嘅效果嘅，即係佢唔單止係會令到你。怪，而且佢最特別咧，其實有時有啲嘢令到你嗰種驚法咧，而嗰種驚咧就唔係話你睇他人的故事嗰種感覺，嗯、而係你會感覺到咧，你唔知唔覺咧係俾佢嘅文字咧係帶咗你入咗劇中人嘅嗰個世界。嗯嗯，這個、呢個咧就是、我睇佢嘅嗰個叫送陰胎，嗰個感覺嚟嘅。嗰、那個咩故事？哇！嗰、那個係相當之恐怖嘅一個民初嘅一個嗰啲鄉藥古仔，就係、是、講。一啲有啲人咧，如果紅事撞到白事嘅話咧，有陣時咧，即係嗰個新娘子咧，佢可能因為紅事嗰時，你當晚你又會洞房啊嘛，你會生咗啲，會生一啲。佢就係一個陰胎。而個 B B 仔咧係一個陰胎，嗰啲係一啲。但會大肚嘅先去。會嘅，會都會大肚，但係出咗個陰嘅。係嗱，啲人係唔係好想你個陰胎生出嚟？嗯。咁點樣去幫你墮胎，所以要送陰胎。即係會有啲巫師咧，就要幫你打嗰個胎出嚟。咁但係咧，就係嗰個古仔講咧，嗰個胎咧係有史以嚟咧最勁嘅一個胎。嗯，即係好難好難去解決呢件事㗎嘛。嗯，咁亦都咧呢個咧就係、是。喂，但係講即係呢個古仔，我哋唔穿橋啦，就係走去提到咁多。但係即係其實你接咗司馬中原咧，佢有冇啲靈異嘅經歷咧？佢有嘅，佢相當之多嘅，因為咧佢基本上咧，佢仲有一個咧，啱啱我最近咧就係、是、都因為同佢改編完嗰個故事之後嗰時候咧，都幾熟絡嘅，同埋佢都覺得呢個細路仔都可能可以收到噶嘛。咁、佢都有提及咧，佢原來佢有一個故事係佢自己嘅親身嘅個經歷，但佢咧就係佢自己一直咧唔想寫出嚟。
但係而家咧有個決定咧，就係因為好多人都知道佢呢件故事，因為係真人真事。而嗰真人真事嘅主人翁係邊個啊？你估？就係、是、佢自己嘅。嗯，就是司马先生同佢嘅太太嘅嗰件事，即系往事嘅、一件灵异事件嚟嘅。咁佢而家咧，即系都佢都俾都 OK 咗，但系佢就话我俾我个仔写啊。咁呢件事系咩事咧？就是、原来啊，司马先生咧同佢个太太结咗婚，系嚟咗台湾嘅时节结嘅，即系大家都系一啲即系嗰时四九年，嗰时咧就过咗嚟台湾嘅一啲。即係一啲國民黨啊，即係嗰啲變成台灣人嘅啲人，就其實佢一直知道咧，佢個太太之前咧就有一個好要好嘅男朋友，係大家一齊讀書嗰時已經識咗，初戀嘅朋友嚟嘅。咁但係喺個打仗嗰時期咧，就係、是、天國一方，唔係佢一直咧喺度流亡緊嘅時候咧，就去到最撚尾咧，就過台灣嗰刻咧就分咗手。咁而依個。即係呢、這個佢嘅太太嘅初戀情人咧，就係嗰啲流民大學嗰啲一個幾出名嘅一個教授嚟嘅啊。咁後來咧就收尾咧就是、天教坊啦。後來咧呢、這個教授咧就應該就喺80年代嗰時候咧就係、是、過咗身啊。咁過身嗰原來過身嗰、那個嗰刻嗰時候咧，係司馬先生咧係收到個夢，就夢到呢個人，佢個報夢佢話：你可唔可以同我講俾你太太聽？我要走啦。咁佢咧就收到呢個夢嗰時候咧，咁佢覺得好奇怪。佢知道佢應該佢講咧，又應該佢未見過呢個人。但咧佢咧就係、是、知道有呢個人存在。當佢喺個夢中出現嗰時候咧，佢都已經知道就係佢。咁於是佢講咗俾佢太太聽。咁佢太太聽到之後咧，其實好傷心，因為佢太太對佢嘅呢個舊情咧係都仲喺度。咁於是咧，咁佢咧就決定咧，好諗個辦法。因為嗰時都已經有辦法可以，佢哋可以上到大陸啊，係難嘅，因為佢本身佢個身份有國民黨，但係佢終於咧後來咧上到大陸去揾翻到呢個男人個墓，然後佢咧呢個男人咧原來係一直咧同佢分咗手之後咧，呢個男人咧係一直終身不娶，係、一個好你聽呢個故仔咧，似唔似一個舞台劇《暗戀桃花源》？系咯，似嘅，而佢哋都亦都咧，依、這个佢嗰、那个知道呢个古仔，好想将呢个古仔咧改编变成电影嘅一个人咧，佢都想揾阿赖呢位赖星川系啦，拍呢部电影，因为咧呢个就系真人真事版嘅《暗恋桃花源》。但《暗恋桃花源》咧就系林青霞同埋阿呢个做嘅嗰一段咧，其实同呢个咧就好似。咁呢個咧就係佢嘅真心嘅經歷。咁而講開咧，咁佢呢種經歷咧，咁即係好實在咧。佢哋即係有曬人名啊，有曬而家當事人而家都仲喺度。原來呢一種咁嘅故事咧，喺台灣喺中國係非常之多啊，係一直冇，原來係冇間斷過嘅，即係話嗰個即係臨死之前報夢俾一啲報夢啦，又有啦，亦都係輪迴啊嗰啲嘢都有啊。因為咧，即係譬如好似有一個近似呢個咁嘅事件咧，咁我都嗰時咧，我都喺度做緊個研究，我遲啲咧揾次可以講嘅，可以揾到嗰位專門研究依單事件嘅先生，嗰叫陳國雄先生，因為佢喺飛機學會嗰時都講過依單事嘅，就係佢喺度追查咧，因為咧係。佢就係印證到有一單輪迴嘅事件，就係、是、陳圓圓。哦，同埋呢個李自成。唔係，呢個皇帝。嗯，崇祯皇帝。唔係，順治。唔係順治。啊。哎呀，順治喎，係啦，唔好意思，我唔知幾多人都記住李煜嗰個康熙啊，唔好意思，係順治皇同咩？原來咧。呢兩個人都喺台灣嗰度出現翻，而係最主要咧係因為陳圓圓，最重要係陳圓圓咧，佢自己記得翻佢一啲事，佢想揾嗰個再生嘅順治，而講翻俾聽，有一啲嘢淨係我同你知嘅，係你要響將佢去做翻嗰樣嘢出嚟咁樣。咁呢件事咧，佢呢位即係陳國雄呢位先生咧。佢係本身係一個術數師嚟，
咁佢都亦都有追查呢件事咧，咁佢都出咗一本書出嚟。咁呢本書咧，即係佢講起上嚟嗰時，佢做咗好多啲個案，不過咧你都可以當係一個個案嚟睇，神秘個案嚟睇咧。我唔係信咗你就要信呢個風水師呢、這個術數師咁樣嘅。嗱、啊，即係呢個我做一個舉例嚟嘅，就係、是、你會睇到咧。譬如好似即係司馬先生，佢呢個其實都似啊司馬先生嗰啲素材嚟嘅，佢嗰啲即係鄉野傳奇啲素材。你會睇到咧，佢好多佢好多時佢收集到好多呢啲咁嘅古仔，有啲咧就來於一啲真實嘅傳聞，咁而佢咧就將佢咧就係、是、用文學咧嚟潤飾咗，咁而就將佢咧就用文字嚟編咗出嚟。咁而佢你會睇佢嗰啲小説嘅時候咧，佢就相當之有趣咧，就係佢假作真時真亦假。咁而喺裏面咧，就係佢亦都用一種叫用文學嘅嗰個角度嚟睇咧，就係佢好簡單咁樣就俾你吸引到你咧入到佢嗰個文字嘅世界咧，引你入到嗰個叫文藝文學嘅空間啊，嗯，相當之厲害嘅。咁其實咧，你睇完之後咧，你有冇一個即係留低個空間就話，其實你可以質疑曬所有咁嘅嘢，啲嘢都唔係真嘅咧？係。當然啦，梗係我覺得我唔係就質疑你，我覺得係你可以當佢全部都唔係真嘅，嗯，因為佢其實你會睇到呢個古仔咧，因為佢裡面咧有好多好多好多嗰啲叫資料，有時你可以揾翻到佢嗰個確實嘅嗰個嘢，而佢你會發覺其實佢嗰啲小説咧，佢都喺度講嗱，其實呢個巫蠱咧，我覺得佢最嬲嗰段咧，佢都喺個後幾個都表現到出嚟嘅，但係咧佢都講，即係佢講完之後，佢其實暗示嗱，譬如依樣嘢咧。好真有其事，成件事咧，咁佢建立咗出嚟。但佢寫完呢本書之後咧，咁佢咧呢個係佢嗰個小説嘅嗰個尾聲，佢咁樣講嘅。咁佢話佢嗱，咁係最撚尾嗰兩段嚟㗎啦。佢就話：佢話他走後，我開始整理呢一個匆匆作成嘅筆錄，終於動筆寫下了他。本文連載期間。華富轉即係華富編輯啦，即係華富啊，嗰個應該係嗰個中華嘅，即係一間報紙嘅副刊。係啦，咁佢嗰個第一咁佢轉給我許多封讀者嘅來信，咁就係咧就係即係有啲就係信佛教嘅一啲青年朋友咧，就願意幫助呢個民主，即係幫佢解決呢個問題咁樣啦，同埋就想幫佢結佛緣。咁亦都有一啲女孩咧，好熱心指出太平一帶，即係太平嗰地方咧，咁我都有去過嘅，即係實際嘅嗰個景記啊。咁並且引導我咧，就記者咧就係好願意引導我就去實地一遊。咁啊，仲有另外嗰個地方咧，叫李瑞，瑞里呢個地方咧，就近有一位先生咧，就繪製咗一份咧梅山鄉嘅嗰個草圖，就對文中嘅若干部分提出指正，都係我深深感謝嘅。但書寫全書之後咧，我就深深咧就吸咗一口氣，無論點，無論如何，我對文傳應允嘅事咧，就總算做到啦。但至於世上究竟有沒有無法，我仍然懷疑著。嗯，因為我本身至今沒有經歷過，但係佢依一句咧，我講俾你聽咧，有弦外之音嚟啊！佢有冇經歷咧？頭先都已經講咗，佢點會冇經歷？但係佢呢一句嘢咧，就同好似咧，我哋睇佛家嘅《金剛經》裡面咧，佛陀講嗰句：由始到終，我冇講過任何嘢。嗯嗯，個意思係乜嘢？你我而家記錄咗依個新真實世界嗰啲事蹟，全部放喺呢個文嗰度嗰時候咧，而家最真實嘅喺個文嗰度，真實世界嗰個會變成虛幻假嘅。咁所以係真係假咧？其實咧，你依個咧就你會睇到咧，喺東方裡面嚟講咧，佢會更加接近咧我哋即係印度所講嘅 Maya，或者我哋中國所講其實樣樣嘢都係假嘅。嗯，即係依種佢係虛假嘅世界咧，你會睇到。佢喺呢個後面嗰段短短短短咁點咗出嚟，呢個就係我認到你頭先所講嘅嗰個。嗱，我頭先講過咧，其實我真正嘅意思唔係話咧，呢啲人咧講嘢出嚟呃人，即係以我睇落去，無論文傳或者先話中原，係都應該係一個忠實嘅記錄。但係嗰個好可能係你主觀嘅一個感覺嚟，即係你譬如你聽到聲或者你見到啲影，係你自己個精神嘅問題。嗯，而唔係話真係有一個巫術，又或者可能真係俾人侵犯咗之後，開始神志失常都唔奇。係啦，有啲可能，即係話，譬如有呢個鄭巫師嘅人，我哋唔否定有，係但係佢可能係冇巫術，佢施行一啲心理上，或者可能落咗藥，對，係啦嚇。咁但係咧，就我知道幾圖咧係有啲親身經歷嘅，係嘛？
咁第四節翻嚟再講噶咯喎。第四節咧之前咧，我要宣布少嘢啦，就係咧足智足球隊有個比賽，就喺7月25號禮拜六下午3點。同埋7月26號嘅星期日早上9點就喺地點麥花臣球場，係啦，旺角麥花臣球場。咁即係如果有興趣睇或者支持足智隊嘅，咁到其時可以即係參與。我補充下，其實佢呢個比賽咩，就係、是、一啲嘅無家者嘅嗰啲嘅比賽嚟嘅。咁、大家之前有睇過關信輝導演嗰套，即、就、係、是、一個嘅流浪世界盃咧，即、就、係、是、個譯音可能錯咗啦，應該係無家者世界盃啦、嗯。就係、是、一班佢關注一啲係冇家庭嘅一啲嘅人。咁、所以變咗呢隊呢，大家有興趣可以過去睇下，即係呢啲人應該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嘅。嗱頭先呢我哋講啦幾圖自己呢，即係回應返司馬中原講啦，佢自己司馬中原話佢自己冇真正經歷啦。咁幾圖呢其實呢佢自己係親身去過太平呢笪地方。我去過太平。你去到太平你即係未你退嗰時候你未睇過呢本小說㗎。未睇嘅。咁好可能呢即係我哋返嚟講呢，即係你睇過本小說同你去過作一個比較。好啊。即係睇下係咪可以引證到即係呢本書入面嘅小說。我哋第四節再返嚟。阿 Radio 神秘之系第四節。嗱、头先我哋讲到阿几图自己亲身经历，我哋即系要强调，即、系你去嗰阵时候你唔知道有呢本书嘅。系唔知道。咁你见到啲咩啊？你咁样好似我做到啲灵异嘢。唔系，不如你具体讲翻就系、是、嗱，你系边年边月边日，因为咩事要去呢个地方咧？因为咧，咁你知道咧，咁我哋咧即系喺文化界里面咧，就有一班年青嘅温泉狂修。而嗰个负责人系姓汤嘅。姓汤嘅，中意汤。冇错。日文當中咧，大家見到啲温泉咧都用個湯字嘅。咁我哋咧即係嗰啲叫即係成日就會解啲温泉氣氛添。係咯。咁咧就係咧就係是而家台灣咧係常去之列嘅，因為台灣就比日本平好多啦。係啊。但係佢嘅台灣嘅温泉咧就相當之好嘅。咁咧就太平嗰個地方嗰度咧。佢個山下嗰度咧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温泉區嘅。喺邊個縣先？喺邊？係咯，我想問喺台東嗰度嚟嘅，嚇、一個山嚟嘅咯。嗰個太平，咁佢亦都係而家一個叫旅遊景點嚟嘅。嗰、那個咧，即、就、係、是、你上到去嗰度咧，佢亦都有一啲叫嗰啲叫做係成個穿過個山嘅一啲即係好舊式嘅嗰啲電車。哦，電車嗰啲嚇，咁啊，亦都咧，即係去有一個地方咧，佢亦都有啲吊車咧，可以上到去有一個好巨型嘅一個，即係好似我哋嘅以前嘅嗰啲西林寺啊，即係嗰啲咁嘅公園咁樣嘅。咁係一個幾出名嘅旅遊區。咁我哋嗰時候咧，就即係知道嗰太平咧，裡面咧就即係一個好即係最吸引我哋嘅就係因為佢裡面嗰啲有好多嗰啲古木啊。佢啲古木咧就好香嘅。我咪好粗嘅，都粗。但係咧，就係原來咧，佢嗰度咧就聞説咧，就以前咧都有幾棵嗰啲神木添嘅。係啊，咁但係嗰啲神木咧已經不復存在啦，就已經話咧應該日據時期嗰時搬走曬啦。因為嗰啲神木咧就好勁嘅嘛，嗰啲樹香嘅。咁但係咧，即係當我上到去嗰時候咧，咁就係最特別、最吸引到我哋咧，就係。嗰、那個太平咧，就成日咧好快咧，即係譬如如果你日光日白，你見到陽光，但係突然之間好快咧，就即刻打曬霧嘅。咁如果霧咧，就基本上咧就係嗰種霧咧，就係好濃郁嘅，那個感覺咧就好得意。佢可以即係感覺到有種白咧，就好過人。咁當時咧，我哋咧都喺度影相咧，就又用菲林相嚟去影啊，又要用電，即係嗰啲數碼相機啊，想睇嗰種分別啊。即係因為嗰時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好明白一樣嘢，就譬如你肉眼睇到嘅嗰種霧嘅嗰個氣氛咧，係同嗰個即係攝影機影出嚟嘅氣氛咧係唔同，菲林同埋DV都係唔同嘅。咁我哋都哇，不影影咯，即係覺得好得意，好得意。尤其是咧喺嗰啲樹林裏面影呢啲霧嗰度咧，就覺得好奇怪，同埋嗰個地方咧就係、是、你會睇到有好多古木嗰啲香咧，即係嗰啲叫咩富尼精啊，嗰啲富尼精係非常之多嘅。好特別，好特別。咁我上去嗰時候咧，就冇嗰種靈異嘅感覺，嚇，亦都唔即係，而且我哋上去嗰時候咧，都係要日頭嗰時期上去，傍晚嗰時就落翻嚟。咁但係咧，就嗰個印象最深刻咧，就係、是、見到佢嗰啲太平有啲霧，咁啊，即係初初都已經叫引為，即係覺得引為，即係覺得啊好得意啊，即係一種經歷咁啦嚇。咁但係咧，我啱啱咧就係、是、之前咧，我睇呢個霧谷嘅嗰個時間咧。佢啊，司馬先生寫嘅嗰個太平山嘅裏面嗰啲霧咧，有幾場戲，
或者佢嗰、那個嗰、那個、區域嘅裏面嗰啲霧嗰度咧，寥寥幾筆咧，就即刻咧令到我話感受翻嗰、那個嗰、那個刻嗰時嗰種見到霧嘅嗰種感覺，即係文泉見到嗰啲霧咧，嗰種感覺咧就係好如實咁樣俾阿司馬先生咧用文筆咧嚟表現到出嚟。係，咁我都覺得，咁我睇嗰時候我咪就即係哇，相當之神奇，所以就引起我講嗰、那個。哇！點解司馬先生嗰啲文筆好似文鬼嗰啲感覺咧？呢、這個咧就係、是、我係喺個太平嘅嗰度經歷。咁其實咧嗰笪咧嗰辣嘅地方咧，太平嘅附近啊嗰度咧就是、都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地區啊。咁嗰度都其實你去到台灣嘅時間咧、嗯，就唔單止係嗰個台東啊、台中啊嗰依一辣嘅地方咧，有好多依啲咁嘅叫靈異嘅經歷。但相傳嗰啲叫呢種咁嘅巫術啊，或者啲叫做係高山族嘅裏面嗰啲巫師咧，其實我哋都係略有所聞嘅。咁佢同埋佢而家佢呢個古仔裏面咧，佢所講嘅嗰種巫師咧，就應該咧，咁我哋知道咧，嗰啲唔係叫土族嘅巫師嚟嘅。因為通常咧，佢嗰啲巫師咧，乜嘢叫做係土族巫師咧，佢就會跟呢嗰種時性。嗯，而係就係 stay 喺、那個，即係會停留喺嗰個區域。正係幫嗰一個區域嘅嗰啲人去服務嘅嗰啲巫師嚟嘅，佢咪似乎係咯，即係佢同佢對方鬥快巫師咯，就係嗰扎嚟噶嘛，土師嚟噶嘛，嗰啲就土師嚟。咁而咧呢個巫師咧就係要走嚟走去嘅，咁嗰啲咧就叫嗰啲就叫應該就叫不記名嘅巫師，叫咁所以佢咧就叫記依叫，就算佢要幫你做嘢嗰時候咧，佢咧就叫記名嘅啫。嗯。啊！佢只不過咧，就係喺嗰度咧，突然之間咧，即係有一件特別嘅事咧，去幫手嘅嗰啲巫師。啲 B 欄子嚟，獨行俠嚟嘅。咁但係咧，就是、通常啲獨行俠，即係呢種咁嘅巫師咧，其實佢哋嘅身份咧係相當之低微嘅，就喺嗰個佢哋嘅巫術界裏面嚟講咧，相當之低微嘅。咁啊，亦都似依個嗰個山鷹咧，即係呢個巫師咧，佢嗰、那個。你睇佢嗰描述啊，即係佢收尾佢死嘅時候，佢翻翻佢自己屋企嗰度死噶嘛，係俾啲鬼魂纏死。係啊，咁佢自己用好多符咧，嗰啲咧嚟去整咧，就都唔得咁樣啊。咁但係咧，我而家咧，我亦都咧就睇到咧，佢呢一即係呢個描述嘅嗰啲巫師咧，就同我喺嗰時即係見到，同埋我嗰個即係都揾到嗰啲叫台灣叫土本地或者高山族嘅嗰啲巫師咧，係、其實佢有啲唔同嘅。因為佢用嘅嗰、那個，咁呢個我遲啲咧，可能咧，如果我再遇到司馬先生咧，我想同佢查證，因為始終佢可能會熟啲。因為咧，佢用嘅嗰幾種巫術咧，就其中有一種咧，就係佢教啊呢個文泉剪個指引出嚟嗰啲。嗰種咧，古人術，依古人術咧，依啲叫足遊十三科嗰種嚟嘅。佢即係嗰啲叫道，即係嗰叫道家，即係道教未曾成形之前嘅嗰種叫足遊科。即係玄黃學嘅嗰種方式嚟嘅，咁佢即係又用嗰、那個，即係佢有用個咒啊嘛，咁佢都噏咗個頭同尾嗰個咒嗰、那個咒名，即係嗰個咒語出嚟咁樣，成個過程咧，就你睇到啦，係應該咧就係大陸傳過去台灣嘅一種巫術嚟嘅，咁就唔係屬於嗰個咧，因為佢台灣嘅高山族喺裏面咧，佢有一啲咧本土嘅巫術咧就係好強嘅。咁佢啲巫術咧，就係、是、通常咧就用一啲我哋而家嚟講咧就叫新化嘅，即係似嗰個印尼啊或者馬來西亞嗰啲咧，用啲草山草藥啊或者嗰啲咪個所謂降頭啊，嚇、啊、類似嗰種。佢唔係佢其中一個講嘛，嗰、那個女仔咧，頭先佢講俾個石頭圍住，嗰、那個就似降頭。係，嗯，嗰、那個就唔似我哋中國人嗰類咁嘅。其實佢呢個中國都係有嘅，因為佢呢個嘅源頭咧，應該咧就喺雲南嗰邊，就同嗰、那個，因為其實竹油咧就應該先係東北，跟住去咗深一邊咧坐地嘅嗰啲都係咧，就呢、是、一種咁嘅叫竹遊嘅文化啊。坐嘅時候係湖南嘅喎，係湖南啊，河南啊，嗰啲咧都係呢一種嚟嘅。啊，坐地嘅古巫術嚟。咁但係咧就嗰、是、種咧，即係嗰種高山族嗰種古咧，應該個源頭咧就係、是、西雙版納嗰班嚟。嗯。咁而咧就嗰班咧都亦都影響咗印尼啊、馬來西亞嗰啲。然後咧就亦都咧就係、是、通咗去嗰個台灣嗰度，咁、而台灣就變咗做一個叫交匯點，因為除咗嗰樣，除咗佢呢種巫術之外，嗰度咧佢仲有一種大嘅巫術咧，就喺東北嗰邊，即、就、係、是、通古斯嗰邊咧，就從日本或者高麗或者都係喺大陸嗰邊咧，
就傳咗去台灣嗰度。所以台灣咧點解會咁多武術咧？嗯，佢真係好多嘅，而且佢啲武術咧就係、是、乜都有。聯合國嚟嘅，聯合武國嚟嘅係。不過少補充，其實阿紀圖先講嗰個見到武嗰個情況，其實我都經歷過。不過我喺台中，其實講翻個故事，首先點解不斷問你邊年，就因為我係94年嗰陣時咧，我哋港大同埋台灣嘅輔仁大學有一個交流，全程應該係三個禮拜，但因為嗰陣時我就懶，我做咗兩個禮拜啫，最尾個禮拜係金門馬祖，係好正，但係嗰個年代，所以我係不生後悔。喺馬祖個轉頭，唔係我喺。台中見到，台中我哋上咗去，我哋嗰晚咧就係我哋先係點樣去咧？我哋經過環迴公路，跟住去九族文化村玩完之後咧，咁第二晚就上去泰山，即係台中嗰個泰山，號稱話咧温泉都好正嘅咁情況，所以我先仲要咧，我哋經過一條鐵橋咁情況嘅，咁咧我哋有第二日啦，即係浸完温泉之後第二日，我哋就上山就見到啲神木，啲神木咧係真係有導遊嘅。即係佢驚我哋班友話你唔好搞神木嚟嘅呢啲，仲要即係有啲人係拜嗰啲木嘅。而我哋即係試過咧，三個男仔合抱都合唔好咁成個木，即係要四個男仔先至緊緊夠係可以抱到個木，即係可以幾唔錯啦。我見到有個係應該係有要。八個，我唔記得八個，係啊，差唔多八個人攬、okay. 到嘅啲節目。係啊，咁咧、那個情況都係好大霧，而啲霧咧係突然間飄過嚟。咁後屘我哋問翻啲人點解咧？咁當地人都話：咦，神木嚟嘅嘛，呢啲勁嘅現象啦。翻到香港，我問翻啲讀生物嘅人，係光合作用啊嘛。咁、嗯、你啲木你咁粗壮，啲枝叶咁茂盛，咁光合作用嘅过程当中系会有水分出嚟㗎嘛。咁点解突然间你话啲木飘过嚟，咁你好似你呼吸你都有个频率㗎嘛，你唔会长时间都系喷嘢出嚟，你都会呼会吸。所以变咗其实佢嗰个木个嚟嘅时间其实等于就系嗰棵树嘅呼吸个节奏。而且咧，有樣嘢最特別咧，就點解嗰啲霧嘅色咧，同我哋平時喺香港見嗰啲霧咧，好唔同咧？因為我大部分咧，香港見嗰啲霧咧，都係從海嗰邊咧，仲有啲污染物添啊！係，而家都好少見到嗰啲霧啦。而家你見到即係清澈嘅天空係好難嘅。咁但係咧，佢嗰啲霧咧，你會睇到個色咧，即係最唔同咧，就應該咧，即係除咗嗰個叫光合作用之外，嗰度嗰個裡面咧，即係含有嗰種叫植物嘅噴出嚟嘅嗰啲氧啊、氧化嗰成啊，呢個係好健，即係你吸到嗰啲霧。就可能你会有益身心嘅，但系夜晚调翻转，嗰啲雾就系毒噶啦，嗰啲三磷脏二氧化碳为主嗰啲。嗱，佢台湾咧，佢相当之奇怪嘅，即系你一当你上到山嗰时候咧，你就见嗱呢啲咁嘅怪嘢咧，都相当之多吓。咁即系譬如咧，即系你去到咧阳明山。嗯，即係嗰個移去添啦，台北嘅陽明山咧，你都喺山上都見到有呢啲咁嘅霧。同時咧，陽明山上面咧有個七金山，嗰、那個你知唔知喺飛碟學裏面嚟講咧，好重要嘅山嚟嘅。嗯，咁啊，其實講開台灣嗰種奇怪嚟講咧，有一件事都而家都可以都即係不得不講嘅，即係啱啱前幾日咧。澎湖嗰個飛機失事嘅事件，嗯、你知唔知嗰度係一個叫做係百慕達三角洲嚟㗎，就係、是、台灣嘅，即係兩個飛機死咗啦嘛。係啊，因為嗰已經出過好多次戰鬥機嚟嗰只，出過好多次意外嘅飛行意外咧，就喺嗰度。有其中一次就係中華航空嗰個解體㗎嘛。哇！就喺嗰度啦，就是、澎湖嘅對出嗰度。咁其實係我而家咧，即係依個我未曾去對翻嗰啲資料咧。因為通常咧，佢有一個日子啊，台即係嗰個有一個日子咧，其實佢哋自己都已經有一個傳聞就話，嗰、那個日子咧就冇佢嗰啲飛行嘅嗰嘢咧，就要有少少偏，要偏一偏度咧就會比較好啲啦。點解咧？因為喺個澎湖同埋嗰個即係嗰個海峽嗰個附近嗰度咧，就應該喺某一個日子嗰度咧，佢咧就嗰、那個日子咧就係佢有一個係佢哋嘅節日嚟嘅，佢哋都會做一啲祭禮嘅，就係、是、嗰叫黃船過渡啊。但係傳說咧，就係有一個黃船，就喺大陸嗰度咧。黃色嘅船定係皇帝？皇帝嘅皇，皇帝即係三萬王嘅王。O、okay. K. 黃船過渡，咁啊嗰個儀式咧就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海即係嗰個海面嗰度咧就會有依種咁嘅反常現象會出現。嗯。咁啊係唔係呢個時期咧？咁我就翻嚟查下先，因為好難啊，唔係其實呢排好忙，唔係好難嚇。咁、啊、所以嗰個 check， 咁呢個咧亦都係個台灣之神秘事件之一嚟嘅。咁啊
咁仲有咧，即係補充翻一啲叫神奇嘅經歷咧，我覺得除咗個太平咧，我又睇到呢啲咁嘅現象之外嗰時候咧，我有一樣嘢我都想睇睇，就係即係因為好似蒙古咧，佢依本書裡面都掂到咧有啲叫做係雞奸嘅事件出現啦，嚇、一個巫師竟然會侵犯一個男性，侵犯一個男性嘅依啲咁嘅事件咧。唔知點解呢台灣好多呢啲咁嘅傳聞㗎喎，所以台灣都多呢啲戲呢，好多呢啲咁嘅同志片應該比較多啲，鬼戲又多啦，咁我哋成日都講話呢類咁嘅鬼片可能都拍得過喎，咁我都有件真人真事嘅事件嚟嘅，因為呢個事件呢嘅當事人呢係一個香港人嚟嘅，咁佢嗰時佢喺陽明山嘅嗰個文化大學嗰度，你有冇去過嗰個地方？冇，嗰度相傳到好萬鬼嘅，即係喺嗰度咧，即係喺個讀書嘅時間咧，咁佢咧就係揾咗個地方去寄宿，咁都喺陽明山上嗰度咧，一個近咗個瀑布區嗰度嚟嘅。咁佢話嗰個地方平時都好麻煩嘅啦，就因為佢啲電腦咧差唔多咧兩個零三個月咧嗰度咧就出事嘅啦。啲電腦會失靈，係啊，唔係佢失靈啊，係會即係急速嗰個氧化咗，生鏽咁樣咧，係唔用得啊。點解咧？咁你近山又有温泉啲水氣，有温泉又硫，佢應該係啲硫磺嘅影響嘅。咁而且咧，咁嗰個瀑布嗰度咧，即係我諗都好出名嘅，大家講都知啦，就係每年都成日都會有日跌咗落河，跟住揾唔到條屍嘅。喂，但係咧，好似每一間大學都總有呢啲傳說㗎喎。係啦，咁啊，即係，但係咧，依個咧就係嗰個人咧，咁佢講佢個經歷咧，就係佢話佢有一次咧，就喺個山嗰行山嗰時，喺個傍晚嘅時間，就突然之間咧，佢見到個天上有啲異象啊，咁啊有人講咗俾佢聽，即係突然有把聲咧傳咗俾佢聽話，喂，飛碟啊咁講，嗱，因為佢自己講出，佢話：，真係望上天，係飛碟。咁但係佢當佢望上天嗰時候，突然之間咧，佢感覺到咧有一種力嘅，係喺佢嗰個屁股嗰度，走入去佢嗰度。嗯，即係咧，突然之間咧，那個地下嗰度有一道氣咧，即係佢聽完嘢，佢望上天嗰時候，突然有一道氣咧，就從佢屁股嗰度咧就走入去佢，入侵咗佢。咁佢哎呀好痛！咁於是咧翻去嗰時候咧，咁佢覺得咧硬係有個靈體咧，就喺佢個裡面嗰度。咁佢呢個呢就係佢當時佢讀書嗰時嘅經歷嘅，咁佢講咗俾佢聽，同埋佢即係大庭廣眾講嘅時候，你都覺得唔好講佢有冇講佢事後點樣去擺平呢件事呢？佢一直呢佢趕唔走啊，即仲喺度而家係啊，咁佢講嗰時佢話都趕走咗，咁但係呢即係咁講，咁佢喺度講嘅時候呢，咁我覺得啦，但係呢件呢都係同一啲咁即係靈異事件有關啦，但係就都相當之我睇完呢本書《巫蠱》嘅時候咧，都令翻我諗翻起呢一件事。咁其實總結嚟講咧，即係台灣咧，佢本身佢有冇一個好強嘅巫術嘅傳統咧？即係有冇人好系統咁去做一個學術嘅研究去講呢件事？嗱，佢依種研究相當之多，但係咧就你有冇將佢全部整合嚟去做咧？我懷疑係有嘅。不過咧，即係因為可能呢類書咧，就基本上對於佢哋嚟講咧，就有兩種兩種方式啦。因為第一咧，就可能即係當係一種叫源自一啲記錄咁樣啦。啲風土整理咁樣啦。另一個咧就係用一種叫做係神秘學嘅嗰種研究咧，我認為佢都會有，但係咧就係相當之複雜嘅，因為咧喺台灣裏面咧，即係當你涉及到呢個叫巫或者蠱依樣嘅時候咧，其實你有時你會發覺佢咧就係會一講嘅時候咧，佢或者釐清唔到，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咯，我就頭先我共共概括咁嚟講咧，就可以講得到一啲源流嘅嘢。再深入啲嚟講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哋可能會更加會深入去講咧。就點樣從中國大陸嘅嗰個叫道統，道教嘅嗰個文化點樣過去台灣，而係其實咧，如果你真係好深入研究嘅時候咧，而家嘅嗰個叫做道教嗰啲廟宇咧，留得最多嗰啲叫原本嘅道教嘅，即係譬如嗰啲廟宇嘅嗰啲叫燈花嗰樣嘢，最多咧就喺台灣嚟嘅，咁而反而咧就係喺內陸嘅本土都冇咗啦。咁而咧，即係譬如依啲廟宇裏面咧，佢有啲主持或者有啲標童裏面咧，佢哋都掂到咧依啲叫地方巫術出嚟。咁所以咧就相當之複雜嘅。
咁啊，譬如你就算咧，即係你將佢分開嚟講嘅時候咧，你講巫術系統咧，我諗係難嘅。你反而咧，譬如專係講台灣嘅幫人去做呢啲法事嘅道，嗰啲道士，佢哋會用啲邊啲術係同道學有關，邊啲咧就原來係夾雜咗佢哋嘅地區嘅巫。咁呢樣嘢咧，你就可以研究到出嚟。尤其是標童咧，台灣係非常之多呢啲標童噶嘛，會上身啊，又會燒炮仗爆身啊，嗰啲即係請神啊嗰啲，呢啲標童又特別多添。咁呢啲標童咧，你會睇到咧，響道即係響嗰啲道教啊，譬如茅山嗰啲咧都有嘅。咁但係咧，就去到台灣嘅時候咧，你會睇到佢夾雜咗好多咧係地方嘅巫術。嗱，你講到我漏咗一個細節，即係實質嘅細節。呢、這個鄭巫師係隻道，係道計嘅，有計嘅，係咯，嚇嚇，佢強調佢有個計喺度。嗯，不過你少補充咧，嗰陣時嗱，我諗好多香港嘅聽眾都去過九族文化村的話咧，有一個表演，大家應該係一定見過，就係佢模仿翻以前嗰啲嘅村女，係佢要點樣驗證呢個村女仲係一個處女咧？就係、是、叫佢隔住條河，咁有棵樹上面好似泰山咁樣，就當然佢唔需要嗌啦，總之就係佢著住成套衫，就要掹住條繩。過河即係跳過河嘅情況。如果過河嗰個情況佢甩咗頂帽咧，就證明佢唔係處女啊。係咁真係真。佢真係做翻呢一幕出嚟㗎。總佢所以佢 set 翻個頂下面真係有啲水咁樣情況。佢叫啲女演員咁樣就即係揸住條繩咁樣飛過去咁樣，跟住一俾人見到跌咗頂帽，跟住你可以幾乎浸豬籠成嗰啲嘅。喂，你浸豬籠啊？如果唔笑嘅，你未婚就有呢啲嘅性經驗，以前傳統都話呢啲殺得㗎喎，呢啲講真。嗱，咁啊，講翻你呢啲高，即係呢啲即係譬如台灣咧，呢啲咁嘅巫術文化咧，有樣嘢係最得意，因為譬如咧巫師嗰啲咧，我未曾即係正式去見過，即係譬如呢種即係譬如有啲通靈嘅嗰啲道長啊，或者嗰啲叫做係佢哋嘅族長咧嗰啲，咁我都係見過嘅，即係包括我成日都好提及嗰個叫即係台灣喺個基隆嘅嗰位林聖義先生咧，咁佢就係呢、這個即係台灣一個好大嘅族啊，嗰個叫做咩海達格蘭族嘅嗰、那個佢個長老嚟，個九族之一嚟。嚇、啊，咁佢都係一個好出色嘅一個長老，咁佢都有多靈通嘅嗰啲咁嘅力量嚟嘅。不過我覺得咧都唔有趣，因為你咁樣問咧，令到我諗翻起咧高山族嗰啲巫女啊，係啦，就最特別啦。嗯，我就真係都有見過有幾個嗰啲阿里山嘅巫女。但已經阿婆嚟㗎啦，嗰時係啦，因為聽講阿里山啲少女好靚㗎嘛。係啊，張惠妹嗰啲囉。係囉，咁佢呢嗰啲巫女呢，就基本上呢你會睇到佢用嘅嗰啲巫術嗰啲力呢，俾你直覺，即係你用就講好簡單嗰樣嘢嚟分析呢，佢係似嗰啲日本嘅嗰啲巫女嘅。嗯，日本嗰啲即係從通古斯落嚟變成有啲神道，而家有啲神道教嘅嗰啲巫女嗰種感覺係相近嘅。咁亦都可能因為佢最主要佢都係響20世紀初期嘅時候，即係日治時期嗰陣時間咧，更加滲入到呢樣嘢出嚟咧。咁但係佢咧就真係會好得意，佢會咧有陣時咧，即係我見到有嗰幾個巫女咧。咁啊，即係因為咁，我哋嗰次咧有一啲飛碟學嘅一啲聚會嚟嘅。咁佢咁依班阿里山嘅啲巫女咧，都落嚟嗰陣咧，咁佢見到你嗰陣咧，咁佢可能咧即係，咦，你唔係台灣人嚟嘅喎，咁玩嘢㗎啦，就開始咧。咁嘅時候咧，對玩嘢係乜嘢咧？通常咧一握手嗰時，佢都已經 show 一啲佢啲力量俾你彈下嘅，會電你嘅。呢啲系最普遍嘅，真系电你啦！佢嗰阵嗰时咧，真系咧，你全头咧系哦，哇！生物电，核工电，咁但系嗰种电咧，你会觉得好得意喎。佢电你嗰时候咧，因为我都俾人电过几次噶啦，吓喺即系，但系咧有时咧有啲佢会个电里面咧系有信息嘅，有啲电，有啲男人嗰啲佢电你嗰时候咧好硬嘅，你感觉到嗰种光硬嗰种感觉咧。好強烈咧，就你會感受到。咁但系咧，就嗰啲巫女咧，佢啲電嚟嗰時候咧，你都電，即係有少少神魂顛倒嗰種咁嘅變化嚟嘅，好有趣嘅呢樣嘢。更有趣就係咧，其實唱山歌，其實嗰啲巫女咧，啲歌聲咧，其實係如果你用通靈呢個 terms 又得，甚至乎可以即係個回盪翻嚟嗰啲聲音，有啲人就會講話，係咪真係咁簡單係回音咧？
會唔會就係嗰啲嘅山歌，佢回應翻嚟嗰啲就係真係天籁啦，真係有。唔係你可唔可以講詳細少少係點樣？我講咗先，跟住有幾套再補充翻啦。即係你如果用傳統嘅無呢個字啊，其實大家你拆開咗兩個人，咁你就工程個工字啦，兩個人一齊去搭通地下嗰一畫同埋天嗰一畫咁樣。所以最早期嘅無咧，其實當然阿幾圖一定話同薩滿教有關嘅啦。其實嗰啲就係一啲可以接通到人界同埋天界之間嘅一批人。咁呢批人地啊，三界係啦。咁呢啲可以接通三界嘅一啲嘅人咧，其實你可以當係一個嘅信息嘅傳遞者。嗯，佢將人嘅信息傳俾天之餘，亦都將天嘅信息傳俾人。咁所以變咗就係話，早期唱山歌呢啲山歌其實係咩嚟嘅咧？嗱，我哋其實咒語都是讲一些文字，唱歌都是唱一些文字，文字是有力量的。而这些力量呢，它怎样去彰显出来呢？除了是即令到你觉得听到你很开心啊，甚至令你情绪有起伏之余呢，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天地是会共鸣。那天地共鸣是什么意思？甚至乎夸张到什么呢？天气是会改变的可以。甚至乎即係你個山上面，你可能你話因為共振又好，甚至乎啲咩問題咧，係真係可以地動山搖都得嘅。即係當然呢啲係去到幾勁嘅 level 啦。係啦，但係問題就係話，去到唱山歌嗰樣嘢，好多人都會講就係話，即係當然我哋啲嗰啲山歌就唔係啲咩咧嗰啲啦，係即係突然間有個佢可能真係好安靜，佢坐喺個結界裡面，突然間對住某一個方位，跟住佢可能係慢慢好似口噏噏喺度念詞，慢慢跟住變成一啲有節奏，再慢慢跟住咧就呼應啲。聲是起伏有致咁樣咧，跟住會有回應翻嚟。咁呢啲回應咧，其實你可以似咩？就似好似扶機，只不過佢就係用咗空氣嚟變成咗一種嘅界面。咁喺空氣當中係有一啲回響。我記得好似唔知喺意大利一個教堂都有一個咁嘅，我唔記得係咪 Sistine Chapel 啦。係，就你講完嗰個啲聲會回一路教堂啊，係咯。所以變咗就話其實呢個都係睇翻有啲人話唱山歌，當然後邊啲人就以為好似即係啲浪情妾意嗰啲咁樣，即係我唱一句你回應翻嗰啲，唔係最早期嗰啲真係巫女啦，佢係真係要有啲方法向住某一個位置，向住某一個山嘅某一點嗰度去傳遞啲信息。咁傳遞過程當中，佢就會收翻一啲回音翻嚟。要解讀到一啲信息，呢個咧，即係我哋係其實揾一次係要專題講嘅。不過咧，就依個再補充翻啊學顧講嗰樣嘢咧，的而且確咧，其實如果你研究巫呢個咁嘅文化咧，佢嘅歌係非常之緊要嘅。咁而且呢個係全世界嘅巫咧，裡面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文化嘅，你可以研究到好多嘢嘅。譬如即係。我哋之前嘅都講西藏嗰時候，我哋咪有放咗嗰個尼泊爾嘅嗰個李安妮嘅嗰個歌聲，佢嗰種咒語嗰個音力係好勁嘅，即係我自己道行未夠 feel 唔到啫，好犀利嘅嗰個係，咁嗰個即係大家都已經有耳聽過啦，即係大家啲聽神秘之夜嘅聽眾啊，咁另外咧，咁我哋補充翻何故就講嗰樣嘢，就係、是、日本嘅歌藝界。佢哋尤其是咧，嗰啲女歌星咧，有幾派啊，係特登咧，係將呢啲巫音咧，係放埋落嚟，係非常之出色嘅表現嘅，有幾個女歌手咧，就變成有相當之驚人啦。一個就中島美雪，另一個就係嗰個沖繩嘅嗰個户川純啊。哦，咁啊，即係好多時，即係啲人咧，即係教我哋，即係之前嗰時候咧，就話你聽日本歌咧，你除咗留意旋律、留意歌詞之外咧。留意，尤其是女歌星嘅佢哋嗰啲音，即係有啲咧，基本上佢用一種即係滲咗呢種古法就放落去嘅，咁所以佢啲歌咧係特別咧係唔同嘅，同埋係你會聽嗰時咧會感人好多，咁同埋咧呢啲巫女咧佢通常咧尤其是山地嗰啲女人咧佢唱歌咧，佢哋有一個好直接咧有一種訊息咧會出咗嚟嘅，如果佢平時佢就喺你面前唱歌嘅時候咧，佢基本上佢都喺度求緊愛。咁啊，而且咧有陣時咧，你會即係去到山地嗰時候咧，你會聽佢唱歌嘅時候咧，咁佢亦都喺度揀緊，佢會咧喺嗰個即係譬如聽歌嘅嗰班人，啊有一班遊客裡面咧，佢亦都有時咧一路唱嘅時候咧，你會發覺佢喺度揀緊是第一個，佢就變成佢嗰個郎君，係，而我特登係唱俾佢聽，而好希望佢有啲回應。如果佢冇回應，有冇效果嘅？唔知啦，會落毒落古咁唔知，但係咧，唔係佢點解會咁樣講咧？即係淨係有啲咧，佢忍唔住咧，佢淨開聲講嘅。我唱呢首歌唱完之後咧，
如果你講好聽，你今晚跟我百幾，嗯，即咁樣樣嘅。哦，大家你唔好覺得呢啲嘢係好似好好好咩好荒謬啊？係，因為其實我哋自己因為我哋個視野太狹窄，係，尤其是漢族啦，係，因為譬如話好簡單，譬如我有道德枷鎖啊嘛。我唔係聽唔係道德枷鎖，唔係道德枷鎖。因為呢個唔係話一個即係枷唔枷鎖問題，係你嗰個地理文化咧，係會造成你個生活嗰個太價值觀。係係。譬如好簡單，我哋有一啲國內嘅朋友，佢哋去蒙古咁樣咧。嗯佢正坐喺架火車度，已經有啲蒙古嘅女仔同佢鬥鬥。係啦，係啦。咁有一個即係話即係今晚大家想咩？係。咁佢心裏講俾聽，原來咧，你去到啲草原嘅地方咧，即係嗰啲牧羊嗰啲蒙古女仔咧，佢直情佢見到有啲佢插支旗杆喺度，就咗。Come on, baby。係啊。唔係，佢插支旗杆就講俾聽，佢有人喺嗰度搞緊嘢。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叫你唔好喺度騷擾佢哋啊！我對唔住啊 ，sorry 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唔好要走去睇。我哋唔好用我哋自己嗰個好狹窄嘅道德嘅一個觀念尺度去度人哋，因為即係唔係話我哋唔應該，我哋應該放棄呢樣嘢，而係話。個世界咧，因為好多地理啊，同埋文化或者一啲其他因素咧，個道德嘅觀點係道德嗰個尺度係唔同嘅。係啊，呢個咧即係你一去到雲南啊，譬如苗族啊、苗族嗰時候，你見到更加多呢種咁嘅情況出現添㗎。係啊，咁啊，所以咧即係譬如前幾日咧都係阿台長你都提翻起，即係中國嘅國學嗰樣嘢咧，其實嘅國學咧就最難咧就係。基本上五即係有九方之文化係匯聚於一方。嗯，你如果真係全部去學曬咧，係相當之難嘅。嗯，相當之複雜嘅，因為你除咗有好多時咧，我哋去研究國學嗰陣時候咧，我哋會成日面對一個問題啦。譬如我哋叫我唔係即係叫自己人漢族，我叫我話南方人、嶺南人嘅嗰個思維。就同已經北方已經非常之唔同啦。當你如果研究成個即係中國嘅時候咧，掂到北方嘅文化嘅時候咧，你已經有好多有陣時你嘅研究會，你冇放低你唔知道你自己有種叫思維嘅差別嗰陣咧，你好容易咧就變成咗一方之言，就唔能夠將成個中國嘅嗰個成個呢個大國咧裡面咧。全部都係即係咁透徹咁嚟研究啦。正如即係頭先阿紀圖所講啦，即係如果放翻落呢本書度咧，其實我哋大家可以用一個比較開放啲嘅態度，去投入，即係或者代入咗阿文傳呢個角色入邊，即係感受下佢。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啲經驗嘅時候，咁佢嗰個心路歷程，嗰個成個心態點樣？其實大家可以即係唔需要因為我哋講咗呢一個故仔出嚟，而你唔去睇呢本書。其實我係。建議即係如果你自己係想了解多呢方面，或者想感受下千華中原嗰種嘅即係文筆嘅話咧，不妨攞呢本書作為第一步去睇，因為咧其他千華中原寫嘅小説咧係相當之長嘅，即係佢一兩個例老客與刀客，即係啲字又細粒又厚。唔係，或者你覺得真係非常之啱嘅，因為咧我就係發覺佢嘅嗰個，譬如佢嗰啲文字咧，如果喺而家叫新一批嘅嗰啲叫阅读者嗰时候嚟讲咧，可能会觉得有啲艰涩嘅。呢本咧，即系暂时咧都冇呢个问题，不过我怀疑迟啲都会有噶啦。系，但系咧，如果你话去到即系佢嗰啲比较巨著啊，即系头先讲嘅，除咗路客与刀客啊，仲有风沙啊、狂风沙一啲，凌河啊啲，即系你。淨係攞咗本書，我諗你都有少少驚，因為點解有啲重量，有重量嚇，同埋啲字，即係如果以前嗰個皇冠嗰個系列咧，係真係比較細粒啲。咁但係 anyway， 即係呢本書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睇睇啦。即係神秘之嘢變成咗讀書生活啦。神秘讀書生活，唔係咁你好多時咧，我哋搜集啲資訊咧，即係除咗書之外咧，我哋要加以我哋即係實際環境嘅印證啦。譬如話，我哋今次講起碼阿紀圖自己見過呢位作家，亦都去過個地方啦，示範嘅地點嚇。嗯哼，咁而且我覺得佢。我覺得如果咧即係睇司馬中原先生咧，咁如果你之前完全未認識過嗰時候咧，呢、這個毛古咧係相當之吸引嘅嚇，係、真係因為同埋佢嗰個寫法都唔係咁。
呢、這個唔係我以我要講話就唔係我哋一個正統我哋所講嘅文學嘅寫法，但係咧佢有個文學嘅效果，係呢、這個最好重要嘅分別嚇。同埋佢個結構都做得相當之好嘅。咁另外如果即係再舉例多本嘅時候咧，就即係你不妨去睇佢嗰啲短片，因為佢有好佢而家今次出咧傑作成書嗰個咧就有好多本咧都係其實佢裡面夾雜咗好多個小嘅故仔。咁你會發覺咧，佢嗰啲小故仔咧，裏面咧可能短短幾頁字咧，咁佢都要個起承轉合啊，佢都處理得好好。又或者咁啦，即係你最方便啦，最簡單，連書你都唔想睇啦。但如果你識得聽國語，你不妨你可以上網聽聽佢講鬼故咯嚇。係啦，可以見到埋個人啲。係啦，係啦。好啦，今日時間都又係嚇，即係做得相當之長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拜拜。拜拜。